好，同仁，大家午安哦。现在我们进行第四次会议，先请秘书长来宣读第三次会议议事录。宜兰县议会第十八届第四次到第三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1月2日下午21分，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黄定和议员等32人，请假议员陈正南议员1人，内协人县政府警察局长詹永茂等科室主管29人，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林会长齐山、记录陈淑云。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以主席报告签到议案已达法定人数。二、秘书长宣读第二次会议议事录、执行事项、警察局业务执行及答复。执行议员蔡文丽议员、陈安忠议员、林烈贤议员、吴洪某议员、张明华议员、黄世超议员、吴秋林议员、林成功议员、黄毅议员、张振荣议员、林志荣议员、黄淑琴议员、江碧华议员、张秋明议员、陈俊宇议员、陈建林议员等。答复人员詹局长有茂、蒋大队长苏坚、赖科长汉祥、陈队长南辰、陈队长昌庆、汪科长国良、陈分局长瑞基、吴分局长嘉旭、吴分局长三连、曹分局长祖龙、陈分局长宇环、田主任宪庭、张科长志清、蔡科长松本等。其他事项，警察局业务执行议员要求办理提供之事项列入详如附件，并行文宪政办理。散会下午6时18分以上。好，请问大会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好，没有存查哈。那我们继续进行议程，请那个警察局局长及相关主管啊列席报告台。好，请陈虎山陈演。啊，主席，咱个詹局长吼，佮咱警察局内底咱只长官吼，啊，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吼。诶，局长，我昨昏听你讲，你来到这已经拄3个月嘛吼，3个月。啊，这3个月中间，讲实在，以我个观察啦，哦，昨昏。阮当前所甲你进问的这个问题吼，首先讲起来，啊，你也真亲入啦。不过，我有一点较未接受的，就是讲，你常讲这个破案率的广告，吼，因为有案才有破嘛。真简单讲，你就是有案才好倒去破这个案啦，有发生这个案件，才会去破这个案件，真清楚是安尼吼。当然。伫顶任的局长任内，嘛毋是讲无拍拼，那问题就是讲，那忽然间调一个全国倒数第二名，哦，民意调查都第一摆，应该你嘛知影吼，应该咱遮在座咱大拢知影。啊，讲就这个问题是吼，因为我昨昏了，大家听差不多听不哩这样讲，啊，外口嘛会听。你讲我，你警察局破案率高，公布，吼，或案件多。啊！民众会感觉讲，疑案治安奈遮歹。事实上吼，我看也是安尼啦。这袂当讲做讲，你身为一个宜兰县的治安的警察局最高的首长，袂当安尼讲。你袂讲啊，我破案广告遮尼济，啊，就是带来讲做百姓的观感，就是讲哦，宜兰犯案遮尼济，安尼都卖公布都好啊，不是这样。因为你也清楚，就是讲，宜兰县过去，因为我含即个第5届啊，过去的即个治安，拢是名列前茅，拢是全国内底的，拢在2、3名以内啊，莫讲第一名啊，啊是5名内啊。那为什么导致会尾会变个安尼？啊，咱讲实在啦，哦，咱在座咱遮分局长也好，哦，咱省大家嘛好，吼，咱遮各局的主管也好，你拢。相对顶个拢有做过换来换去换真侪局嘛吼，但咪这个接这个，应该恁内底嘛吼，嘛是安尼真侪人。你发现就讲过去的形式，甲即马这个犯罪的形态完全无共。
但是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讲，伊这个犯罪率的提升，就是跟毒品有关嘛。大多数的、啊，哦，这个犯罪率的这个形成，拢大部分都牵涉到毒品问题。哦，我那个看差不多，卖讲是咱宜兰县，你讲真济县市，甲看起来，将近差不多有五成以上有啦，就是不管你小偷也好，哈、哦，啊，恐吓也好，哈、哦，也是讲，要哪讲，哦。帮派这也有也好啦，这拢差不多吼，五成以上拢是毒品的。所以过来就是讲，沿线的交通整个从协税通了以后呢，这个形态完全改变。哦，啊过来就是讲，网络这么发达，首先讲起科技这么发达，你讲你犯罪这个形态是，拢会这个要犯罪比较容易。哦，你从网络犯罪啦啥等等，但你要个查的方式无同。不过呢。伊本身个看法就是讲，你今仔日袂当伫遮讲或者讲，我就是讲公布，哦，这个数字起来，啊，人民的连官民想讲，哇，那遐咧抢劫，遐咧开枪，这是安怎讲？我拄仔讲哦，有案才有破嘛，你有这个案件发生，你唔知会去破案，所以我是讲局长，你也免回答啦，吼、哦，我就是甲你提醒一下，你袂当伫议事堂内底，当然大家接受多少块，我唔知。每当你预算单内底讲到，我就是公布伤济，伊也是讲错，知影讲，去乞劳动嘛是按，偷车嘛是按，撞你嘛是按，大家是按，破出来看出来，吼、哦，破完你就爱有啊表扬有啥，有啊有这问题产生，啊你的意思是讲，安尼就会向议员官民认为讲，啊，咱遐嘛犯案遐嘛，等叫这里这啲事啊，这叫走撞位撞过来去吼、哦，就那么多，其实就是讲，咱真济。包括咱的新大也好，包括咱分局也好，即摆重点的拢是伫这个所在来处理的，拢是刑事科。我讲公管系的啦，吼，侦查队就是讲咱刑事组啦，吼，甲咱新大这边，当伫处理的一挂确定的案件。啊，你无个好讲就讲，连贯这几年是安那，除了我拄仔讲的毒品以外，这是全国性的这个治安、这个犯罪率的这个比例。就是讲毒品较济，但你搞法官讲刑官枪击较济无？局长，你得看一下。那依咱今，来你讲，局长你无用你讲。依咱今年一月到九月，咱是查三百支啦。啊，顶年一月到九月是加二十三点五支，所以加一月到九月，咱同期安尼就加14.5支啦。啊、哦，你听清楚吼、哦，所以讲，我准备给你提醒，就是讲，为什么过去，因为观众所了解，过去阮开始做民意代表到这当阵，它是渐进式的成长，哦，是啊，起码那也才，是不是讲交通发展，也是讲海上对菲律宾来的，这，也是讲土地吼，给你做的吼、哦、兵工厂这，这种在提升呐、啊。那么提升啊，那这个也牵涉到什么？是吧？逃逸，迄个，像讲我，将迄个第一个户政搜查、搜索查起，就是讲，这个外配的离婚率啊，遐尼悬，有诶拢走去啥？走去陪酒啊！啊，这款是事实讲起，这个区块嘛已经差不多这人占去啊。哦，啊，过来就是讲。是安那依然一只只，一只枪击，是不是过去无你处理，也是讲恁等下这条来发生再处理。所以讲，相关整个的犯罪率会提升到这悬，拢是用有你知道，家己啊，用枪自重啊，还有枪啊。我创一个土地，我嘛是老蛮，我嘛是兄弟啊，啊连即马连个囡仔，迄嘛有啦。所以讲，我是感觉讲，咱大队长吼，大队长歹势啦，因为虽然讲起啊较无甲你互动啦，啊即马伫阮遐发生个案件也较少去恁那边坐啦。像即个情形个时阵，应该是你这边咧处理个哦。每当讲做讲，我等下讲啊，代志发生，啊再去处理。
黄方委员嘛，恁这个恁查上有清无清，恁拢真清楚，恁这在场所有的官拢真清楚，拢非常清楚这个问题啦。哦啊，无大张，你报告看啦，你去报告看。谢谢议座关心哦。那有关于就是那个枪支的部分哦，那就是刚局长有报告过，就是今年度的枪支是查缉到38支，那对照去年同期是23.5支。那这部分我们也有分析哦，就是扣除那个枪击案的部分来讲，其他很多的枪支它有时候是一次查获4支。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的，还是有跟那个毒品的专案来做结合，因为枪支跟毒品它原则上是密不可分的，就像在座一桌都有了解到这个区块。那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查缉枪毒的部分，我们也有在分析哈，是单纯我们宜兰县的问题，还是全国性问题？那这个部分我们是有去分析跟我们相近的一些县市，那我们有发现说，其实枪支的部分它是伴随毒品，它并不是我们宜兰单纯的一个部分。那原则上就是毒品的部分，因为现在大家全国就是严格的查缉，那所以在查缉的力道下强的情况之下，相对的我们查缉到枪支的成效也会跟着提升。啊，那你请坐哈，你即马有看伊讲，这个国际媒体也好，还是讲咱差不多一礼拜有上少报两摆菲律宾总统这个问题。毒品这个问题啦，所以你也看，整个就是这个来源，就是大多数的吃嘛。啊，像你拄仔讲，我也牵涉到我毒品的是有当查枪支等等啊嘞。其实讲起来吼，我因为随先讲起来啦，对恁来讲，我唔是讲我议员到这当阵嘛，真少讲对恁有所指导啦，卖讲这当阵啦，吼。但是你都甲这个已经犯罪率这么提升的话，吼，是有需要去加强处理的。你安怎讲呢？我比如讲哦，我现在不是说讲你俄罗讲阮总委这样，你讲将无久总委遐主管联合去破一个吼案件，吼冒毒品冒枪击，是不是呢？因为这个庙就是讲，刚我发现的时阵就是讲，像阮遐嘛有啊，看遐囡仔拢在，遮细汉啊拢安尼，啊有当时啊。车塞着，砰！就你产业道路去啊，就停地下啥。经过反应，哎，嘛去查到枪击啊！好，啊，你讲主管本身，哎，阮遐个主管哦，你安那乌多麦查去哦？阮车啦塞去，可比讲，像我家己就迄落啊吼，比如讲啊塞去每一个所在产业道路遐，伊出来突然间车就到位啊，乌多麦直接到位啊！这表述都有感觉，哎，这消息上来来看，哦，这是各分局主管的问题啦，吼、哦。啊，我是感觉讲，刑警队内底吼，我是给你建议，甲分局的这个侦查队内底吼，现在不要去沿岸啦。讲实在啦，哦，你当然你比如说讲，我给你放去钓个大只来啦。哦，这无但是恁办啊一个手段啦，我是感觉讲。你发现到都要处理啊，尤其是青少年愈少回去，一定要愈紧处理啊。你无影响哦，毒品我到今为止吼，看到的安尼吼，你爱关一个放倒出来哦，98%啊，能够重来啊，才2%呢，0.5%，到有讲会戒去啊，从关也才戒去啊，戒去闻也无食，迄有2%啦。我看的，但是大部分拢是去犯啊，啊犯的愈严重啊。对哦，我那曾经一个应该当嘛几啊久，应该恁也拢知啊，对哦，两个地方无的，一个死啊，一个煞无的，啊无当恁办案的人当嘛退休啊，啥当嘛嘛无当找啊，到现在因老爸老母找十五，还搁伫遐拜神明，讲看当找得到。这种牵涉到毒品问题啊，本来是一个人在犯的，哎呦，规矩许个拢带落去。啊！出来去下面姑啊，下面孙啊，才啷个交流？直砍，啊直砍去。所以讲，我建议讲，毒品的扫荡啊，无一定讲爱是警政署下令。好、哦，我如果中国要扫，恁会使市场来做这代志，因为依然本身吼、哦，本身的这个条件都较封闭啊啦。我依家一个斜碎，一个华人一条吼，苏、哦、花公路，哦，火车是较迄条啊。较无像讲，我咧迄个外形的都市安尼，应该是咱来
加强管理啦，就这个和这个宜兰这个所在吼，卖讲安尼才发生啦，安尼对恁嘛无好吼。啊，过来局长，讲起来吼，身为一个官员啦吼，恁嘛底下那一个最高首长，啊，甲包括在场所有的吼，我卖一个念啦吼，包括分局长，包括在场恁遮，所有底下讲你等退休尔啦，无你大家拢有机会，可能做局长，做啥还是做许啊，吼，往往吼。咱在场拢真好，咱在场遮拢真好。但是咧，往往咱的部下会犯错误。我相信咱的囝都犯错，卖讲，咱到了三个囝、五个囝，无就一般也犯错。去警察当当，人事主任在哪？啊，你当阵那拢撞鬼个？恁警，你按像警察局所同时啊，人数多少个？目前人数是1191人。好，你真做哈。局长啊，千几岁啦！咱在场拢想要甲做好啦，拢想要甲做好，但是偏偏有诶，就是歹做好啊！哦，当然这是无咱遮无咧发生啊！我那前几日前一阵啊，前几日报纸也刊啦，着输呀，牵涉到八大行业啊，啊嘛有啦吼，也是讲安怎嘛有啊，所以讲这个。警察当然，咱当然伊个勤务重，咱来回这个鼓励。但是有当时也会去一半遐害群之马嘛，影响到那歹运吼。我只好在讲，记者对因听，今天大家拢用解密啊。咱既然管警察叫，我头一个做员个当然是为好呢。吼、哦，局长啥得升去啊，咱为人嘛做甲真大去啊。啊，为个歹运呢，吼、哦、调去我。掉三个月，拄三个月过，我出代志，落台嘛有啊。所以讲，即个分运好歹吼，嘛有关系啦。啊，拄迄个代，迄个时间要发生的时阵，啊你就衰啊咧。哦，你明明像宜兰加油站，迄都会使升官咧，会使来记功哩。新闻做出来无共的物件，但是做出来都是完全反向。不然，咱警察局是赢的物啊咧，武甲做甲输去啊！你我讲看我迄工，伊报两工我也看咧。要像迄个状况来讲，应该你好好处理，是毋是？咱的长官啥？诶，无定记讲嘛，不一定啊。我们那卖讲你记大讲啥？诶，这个好事。诶，我依然，迄个分局，也是讲我都要都依然管警察局。我咧处理这个代志都真完整，大家拍拍手。结果一个失误去，靠呀！第二工咧电视做两三工。啊，变反向去，所以这個基础教育吼，嘛非常要紧的。哦，尤其是即马咱的警察人员吼，哦，咱的法官，哦，咱的检察官，咱法官，拢才二十岁在做啊。哦，啊，咱的警员嘛是拢拄出来，有当时啊，正较无遐尼清楚啦。哦，较无遐了解，较无像讲啊，恁这老家的，啊，是我看着这代志要做，啊，往往都是失误去，对不？啊，所以讲，这个问题了，要去教育，加强教育。咱唔是讲，你身为做头人，有迄、那、落、個、有功，也、啊、是讲有啊，你要该迄落啊，该鼓励啊。啊，有错，你嘛爱该纠正啊。啊，咱做头人爱担、啊。哦，有代志，你局长有证嘛？啊，恁就照安尼去处理噻。搁一点吼，我讲。这是去年发生的代志啊，大家讲过啊，讲也是给伊讲的。往往一个民意代表，卖讲是我，哦，尤其是较资深的民意代表，较侪人会找。真侪代志甲警察互动，你现阶段讲你讲是咪讲啥，无当讲啊啦。暗多嘛，听我替我处理嘛，想家己去叫啦。讲白事啊，都500块呢，啊，卖啰嗦，替我来去处理，我来去处理，嘛是家己提叫啊，你甲上处理。现在都很清楚这个状况，哦，有时候。我甲你卡一个电话，因为我唔爱选票，甲你卡一个电话，唔是讲要甲你关锁，要甲你杀啦，就是讲啊，你听一下，哦，情理话内底，当家你落去处理嘛。我相信，我真侪同事拢是安尼讲啊，但是恁看到我甲你风水蒙水哩。你要讲像即卖即阵，敢无感觉讲，以前那警察局的证书是平平叫，即卖唔是咧，就大家咧甲恁抱啊，讲煞过爱甲恁回失礼咧，惊去得失着恁，甲恁互恁创去。那社会演变到这当中，啊！但是你反倒转来就讲，这有好有坏啊，对不？
有当时啊，民代表嘛袂当乱讲，讲做你咱做遮好，你袂当讲甲恁直接讲，甲恁歹，好爱讲好，歹爱讲歹。但是即摆反省啊，你知？当有一天的时阵，当拢我甲你讲的时阵，哦，恁拢无问题，有一天代志逼空的时阵，还是代志逼的时阵，是啥？是你局长你啊，是副局长啊，就是相关的主办大队长啊，好，比方来讲啊，对不？因为这大家唔敢，这唔敢甲恁互动，你知啊？当这通电话变成卡，你等下甲我讲一下，是要讲啥？啊，讲嘞，我过恁上网上，他们过恁修理，无人敢。啊，你讲下当，哎，我当兄弟看数，你咪来看一下。这我亲身体验的，我去试试啊。我去拢无讲啥嘞，啊，一个是总委调过，包括啊，议员请坐，啊，我多坐，啊，一个百姓回家去，讲啊，你安尼，我伫骂迄个百姓，吼、哦，啊，了后佮我讲，啊，这较紧嘞，头，刚才讲我看，这吼八点半以后，就反正无开店啊，快一工哦，你赶紧佮创。我还袂讲，我是佮这个警员伫讲。另外，这间我拢无要讲半句话，人讲我咧讲糟蹋的，我亲身人发生的，大家分享。哎，不是真嘛？是吴家熙的事，我无要讲。我甲今仔日到伊相关去劳动，我再甲伊讲。我不讲这个东西，因为无奈，你知道？现无奈就是讲，别是讲啊，我当向了警察局，咱去遐看一问啊，当六点外暗时啊，我买一下便当互伊食。只不过是关心安尼，嘛无去管束，无去啥事。我就感觉我去就安尼，啊，别人百姓去变怎变怎，是不是？啊，袂使就是连门的机会煞袂使你嘞，对不？现在都警察，当然啦，我拄仔讲过，拢是一个新的才有这个问题啊。旧的捌的人伊袂这个问题啊。啊，搭上来遮济吼，啊，哎，我无紧，我便当我再来买倒了吼啥的。只不过民意代表是关心这个百姓，他也不是杀人犯，也不是什么重大罪犯呐。好，感谢陈福山议员，谢谢我们邀请谢成义议员。谢谢主席，局长，我们所有的科长，然后还有在场所有同仁，然后县府所有同仁，还有媒体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局长吼，就是有关我们宜兰县的路边停车管理自治条例，我们有多久没有去做新的检讨跟更动了？局长，请答我。路边停车管理自治条例，98年，九十八年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做新的更动。是，那因为我看哈，我们的自治条例里面第六条也是有提到，就是我们是需要针对就是现在停车状况去做一些一定程度的检讨了。其实每六个月可能就要去做一次的检讨。那不论是它到时候平均它的停车数跟它的收费数量高于80%或低于50%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调高或调低，然后检讨之后再送到议会来审议。那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哈，局长有没有注意到说，就是我们到最近警察局做这相关的交通规划的时候，有没有一定的准则？那以及就是假日跟平日路边停车的收费费率是没有差别的，局长知道这件事情吗？一会儿会请交通队来回答一下。好，可以。好，队长回答。好，简单。是。我跟你说，目前是没有差别。目前没有差别吗？可是我们自己知道的事情是，光是在头城的那个莱阳博物馆附近吼，平日跟假日的收费是有差异的耶。博物馆的部分是路边停车，户外的路边停车是有差异的哦。我们现在在莱阳博物馆附近，目前其实我们现在只有在假日有收费，其实平日是没有收费的。我有说错吗？我们现在在规划的主要是礁溪跟宜兰跟罗东这三个乡镇，总共有16条路边是有收费的。是，所以在兰博这个地方，这个部分
除了乌石港那个，对，它就是乌石港那一带。那是假日，假日的时候才有，是，平常是没有收费。是，平常是没有收费的吗？对，它对，所以其实是有差别的，不是您刚刚说的那样。那我主要是要提出，那请问一下，有去观察到现在在那个地方使用停车的部分的状况吗？这个据我们了解是平日的时候使用率是比较不高的，是，然后部分是比较高的。好，那科长不好意思，您说错了，现在平日的使用量也非常的高。我要跟您提的事情是，其实现在平日有大量需求，然后现在本来兰博旁边就有一个收费停车场，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有使用者付费的原则，确实去调整那个现在在地的收费的标准。现在其实平日的停车状况有的时候也是入不敷，也是有很多的需求的。那尤其像前阵子，比如说像有时候一些突发的事件或活动性，比如说有的时候因为兰博那边，现在其实我们也希望文化局可以针对兰博或乌石港一带做更多的活化。那乌石港那一带因为新的划定跟更新，未来县府是势必也会投入更多资源，那在停车的用量跟需求是一定会提升的，这是我们可以想见的事。那尤其现在也观察到，比如说前阵子有宝可梦，或者说有其他的在乌石港一带或者是兰博一带的活动，停车用量提升的，停车量提升同时，其实我们应该可以预估得到事情是它应该要被重新检讨，是不是应该要调整它的费率。因为我其实想提这件事情是不只是在收费上面的调整，其实主要是因为如果我们在停车的费率上有差异的话，可以比较某种程度比较能够鼓励民众愿意搭乘大众运输，减少停车或开车的需求量。那减少停车或开车的需求量的话，其实某种程度是在帮我们警政单位节省更多的人力跟资源，甚至可以增加我们的可能就是有助于我们的财政。但是我们这样的检讨一直都没有，我现在只是举我们的兰博为例而已。那刚刚科长您自己提到的其他的区域，我们目前有做检讨嘛？有关这个收费的费率，目前的部分是还没有，都还没有，对不对？好，谢谢您，请坐。所以局长哈，98年到现在，今年是民国105，然后又要106了。那这么多年来，我们针对宜兰县境的路边停车，从台都没有去检讨过。那这么多年来，这么多年来，其实石山隧道通车到现在，一定有非常多的区域，它的路边停车的需求量已经都暴增到非常惊人的。我们自己的市政报告里面，工作报告里面有去提到雪隧的变化跟交通人次的数量，这是我们自己报告里面有写的。那可是那个是针对远景的原额的调整去做了报告而已。可是像这样路边停车的事情的改变修正都没有去做讨论。这个其实会着实的影响现在县境的交通的管制跟状况。那回归到县长今年在他前几天才在做县长的施政总报告的时候，县长劈头第一件事情叫环境有序。环境有序跟我们的警察局会有关系，当然会有关系啊。如果我们在交通上能够有一些实质的作为，怎么会跟永续没有关系？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是好，我们愿意就是让县长成为更好的县政团队，是不是针对像这样的小事情，它是也不小，也是一个大事，应该做重新的检讨。那我也看了我们的就是明年度的施政计划草案，我看到我们其实在交通的部分是有定期的会议的。那针对路边收费的工作的话，其实是比较例行性的行政事务。那是不是可以请局长把这样子，至少今年度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停车管理自治条例的重新检讨，县境内的整个盘点一下，我们县境内的现在停车的需求量、路边停车的费率、车差异等等的，请局长要有一定程度的掌握。那然后我们开始做新的检讨，可以吗，局长？好，没问题。那是不是局长可以简单回复我一下，就是有关像这次这个条例的检讨跟就是重新的检讨跟处理，我们局这边有可能在今年度去完成它吗？好，简单。今年现在11月份，是两个月。我们尽量把它完成好吗？是。我们请交通队来好来规划研议一下。好，谢谢。好，局长请坐，谢谢。那我另外想问的事情是，
我其实今年我看到今年度我们的工作汇报的时候有提到了几个事情，然后我觉得很不错的事情是有回应到之前的几次大会我们普遍议员蛮关心的事情，那也有几个是我自己很关心的事情。第一个是有关风灾的耗资的抢救，那我在上一次大会的时候其实有提出，在上一次大会我就有提出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全面性的去检讨现在的耗资是不是能够有一定程度的防灾或抗灾的强度。那我觉得也非常好的事情是我们在汇报里面去也去提到了我们现在的风灾的耗资其实平均在每一次的风灾的时候有多少的数量是受损的，那受损的原因其实有提出来。那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局长后，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都提到了说里面比如说像今年梅基造成全线有458处的耗资损坏，那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停电啦或者是线路的问题，然后我们也发现到换成铝合金的时候新的可能就相对比较不会受损，那其实造成的民众的生活的干扰性也相对比较低。那请问我们现在目前警察局有发现了这个问题了，那目前盘点的状况是什么？有全面盘点了吗？全面盘点县内的耗资，就是新的旧的有多少支，然后已经改善的还没改善的这些事情有盘点了吗？好，剪刀。其实我也是这次风灾的时候才了解这个变化啊，这个改变，因为上次真的是伤得太严重了。是。那上次也有做检讨，所以这一次我们时间上也很快速，然后这个设施的损坏也减少很多啊。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跟经费有关系的，我们能够尽量能够把它改成 LED， 这个是钛合金的。钛合金的这个方式啊，铝合金的方式了啊，你改这个可能在承受台风中压力了啊，维修的经费了可能都会比较省啊。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尽量争取经费啊，逐年来汰换。是，所以目前有任何的计划或规划说要在什么样的时程内换完，或是需要多少经费，这些事情是有去规划或计算出来的吗？还是我们现在只是有这个念头而已，但是什么样的规划都还没有。就是其实是每年整体经费，然后来汰换，因为坏的比较久了，我们先换这样子。每年争取的话，那现在目前有？那明年有多少？我预先准备的吗？还是我们都是因为坏掉了才换？我们没有提前先换的吗？我们每年有规划这个经费，就是预防台风或是类似这种状况，我们要汰换的经费。是，所以那个汰换，局长，我询问的问题是因为风灾坏掉然后来换，还是风灾前夕我们预先把我们知道这种条件或状况的耗资会有问题，我们先把它换了，有这样子的预算或是有这样子的作为吗？大概应该是等坏的了。都是等坏了，对不对？好，我问的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局长，我们不能够每一次的风灾都等到坏掉了我们才来换。那既然我们有一定程度的预算，那我们自己的报告里面也发现到已经有很显著的问题，就是旧式的经过你看，你刚自己也说啦，土木技师或相关单位研究耗资的规格，要提升它的耗资的抗风能力。其实我们也都已经开始，可能已经开始发现到在耗资的部分，可能有哪一年去新增的耗资，或是哪一种材料的耗资，它的坏掉的频率会比较高。那我们是不是其实在风灾来临之前就可以预先去做汰换，而不是在风灾来了之后到处坏掉，然后再匆忙的开始去赶，开始去修，然后民意代表来逼迫我们的修理的修饰修复的单位，或逼迫我们的警政单位，大家都很辛苦跟紧张。那既然我们都预先知道，就像防台准备一样。既然我们都知道预先知道要做防台准备，在耗资的部分为什么不能够预先先做呢？所以局长，是不是今年度在针对预算以及施政的部分一样，就是新年度的施政，我猜想啦，就像您刚刚回答我的，所以我自己也了解的事情是我们绝对没有去预先要做这个准备，就是针对耗资的部分用防台防灾的方式预先去做处理跟盘点，而我们每次都是坏掉了才来处理。那在这个部分就是请局长，是不是明年度的新工作包含我们交通科的部分，是不是可以预先的来去盘点说究竟汰换该被汰换的是哪些，而不只等到风灾真的把它吹坏吹烂了我们才来去处理，可以吗？局长是不是简单回复一下？好，这个我会这个易座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就是分层次的啊，把我们把它分析出来，比较
比较真的是比较脆弱、比较久的，这个我们优先汰换，但是还是留一些经费，因为台风来了受伤了，不晓得是哪一部分啊。是当然，所以我们还是要保留一些这个是、啊、是, 是好，当然谢谢局长，谢谢请坐。那另外我想要就是询问的也是就是有关我们警力补充的部分吼，就是还蛮感谢说就是在县长争取之下，内政部在今年度就是有新增了97名来到我们宜兰县，那我们从缺额从44%降到了6%。那我自己留意到的事情是，就是这97名，我会需要知道或想要知道说究竟这97名是怎么分配到我们宜兰县境的警力的。那另外就是这我也有注意到在我们的交通专案上，针对国道五号的交通管制或是交通的协助，我们有一个24人的专案，这是包含在这个97人里面吗？那请局长答复。好，这个24人是分年的了啊。那我们明年这个第一段从苏澳到东澳是通车嘛？那这个只有这段距离，所以我们明年大概是8到12位了。我们先规划，但是我们这个警力的补足是每年都在补，明年会再补。是啊，所以我们先8到12，但是我们预计是24名，是全部完工的时候是24名。是是啊，其他的就是分派给各分局还有外勤队。是是，所以那个分派的比例跟数量的这个数据是不是可以请会后的时候提供给我，让我了解一下？再请好，那再请那个主席列入记录。那另外哈，我其实因为我看到我注意到的事情是，今年度听到这个好消息，我们有就是新增的员额有比较多。那可是另外我自己也会有可能会去建请就是局长可能要去留意事情，就是因为新的同仁一口气来了比较大量的新的同仁，我相信在我们的警政业务上面一定有很多新的调整跟适应期。那倒不我相信也不会一来的时候就马上到位，所以针对他新的同仁到一口气补充这么多新的同仁。我相信到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缓冲鞋准备跟调整。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虽然这一次在新增员额的补充这件事情的报告里面讲的还有很多，也有很多详细的补充了，但是在这一块的准备是什么其实是比较没有看到的。那可能也要请我们的警察局在这边针对新同仁的到来，已经就是后续的警力的调整的部分的规划可能要再做得更完善跟准备这样子。那另外其实也不只是交通的问题，包含我们现在的员额缺乏，以及就是后续未来警政单位可能会要去帮忙事情，比如说包含像这阵其实一直也在吵说教官是不是要退出校园。那等教官退出校园之后，教官虽然本来在校园安全里面扮演的角色不一定是那么的吃重，可是的确会造成就是民间开始去思考说那校园安全的维护的担忧性等等的关联性，那这时候势必警政工作一定会增加，不论实际上还是什么的，但到时候一定会增加。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有预先去准备好或去想到呢？可能会比较没有。那当然也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退出，但即便不退出，其实我们的警政单位跟校园安全的维护是不是可以提前的去彰显，那针对这个议题才能够脱钩的去讨论有关安全的部分跟教官是不是要退出校园才有分开的能够讨论跟关系，这个也是提醒警察局应该去优先去考量到的事。那若把这件事情考量进去，再加上宜兰特殊性，我们一直提到了宜兰有一个观光的大量的需求，那这个观光的大量需求在员额的新增跟需要跟人力的调配就相对的很关键，所以在这个调配的内容跟状况也是我们需要相对会去需要了解的。那这个部分我可能就是会后我再试一下跟我们警察局做更多的了解跟指导。那另外我到最后再去询问的事情是有关我们报告里面去提到的事情是少年学生齁在就是少年的犯罪里面有44%，就是已经将近快一半了，就是少年的犯罪里面有一半的人是学生。那有跟社政单位有什么更好或更显著的合作吗？因为我们的警政永远都在抓人，可是其实前端的辅导或者是照顾应该是要更多的。那我看到有一个少年辅导委员会今年度的成果是61人次，那这61人次跟我们提到的这个44%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这个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是不是局长可以简单回复，还是哪一位科长可以回复？好，那我们请少兰队长回答一下。好，请到。是副议长，感谢大会主席副议长以及我们各位议员、理事先生的指导。
啊，有关谢议员你提到少年辅导会啊，少年辅导会现在就是我们原则上就跟校会、教育处以及啊社会处，还有我们卫生局啊，都有联系业务上的联系关联。那在警察局的这个区块的部分啊，我们只要在辅导的就是有关于组织帮派的问题啊，组织帮派的这个部分，像刚才你提到有开案哦，这个就是啊，如果说在学校里面发生斗殴，或者我在外面也跟人家结伙来所谓的打架，或者怎么样，有发生暴力案件的问题了啊，那这些的部分就是我们少年队来做一个辅导，就少委会啊，透过少委会的这边来做一个处理。是，好，谢谢科长。不过我还是要问的是，刚刚我提到的啦，就是我们少年的犯罪率里面，学生就占44%。那除了少年辅导委员会以外，具体的就是刚刚你有提到有合作，那具体的合作还有没有哪一些方案？那今年在校园辅导委员会里面有61人次，这61人次跟我们这个44%有没有什么关系？还是这个归这个，那个归那个？就是，因为我需要知道，我们这样，那比如说这61人次就是这44%，哦，很好啊，我们全部都有照顾到，都有辅导到，对不对？可是如果说这44%里面，其实哎，这61人次只有这44%中的可能不到一半，那剩下那一半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没有辅导，或是没有帮助？还是我们的社政跟警政的合作有哪一个部分有缺失？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答复我？好，感谢谢议员指导。是，有关于这个部分啊，因为现在就是学校端啊，在学校的这个部分啊，它本身也有一个所谓的处内专案，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学生，如果有说非法的行为啊，会有什么其他少年欲望的行为的时候啊，他们本身会有一个实施一个以每3个月为期的处内专案，就是做一个辅导了啊。是。那在辅导，假设这个辅导其实可以啊，就是有好的表现，比较好的改善的话，那就结束。那如果说第一期3个月期满不是很好的话，那就再延续一期。是。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原则上就是说，学校如果他能够自己先处理，他已经会用处内专案或者组织化这个辅导工作计划啊，来做一个处理。剩下的如果没有办法的，那当然就会跟我们警察机关来联系合作，我们再做一个介入。好，谢谢科长，谢谢。那没关系，我问的依旧是那个比例跟数字问题，因为我还是要需要知道的关联性。那是不是请局长还有我们科长会后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我？我再问的一次哈，就是我们少年的学生里面有44%是少年的，叫少年学生在少年学生在少年犯罪里面叫44%，然后我们的少年辅导委员会里面有一个61人次的辅导的成果，但这个辅导成果跟那个数据的关系是什么？那其他具体的有在做的少年辅导的作为跟合作的专案，还有已经送出去的个案是什么？是不是请会后可以提供这个资料给我？好，再请主席记录一下。那另外是因为时间有限啦，所以剩下的部分可能一样用资讯的提供的方式，因为另外有几个请坐，因为有几个是我也很关心的事情，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有到苏澳去开那个有关外籍移工的逃逸跟他们一些犯罪的安置的事情，但那一次会议也很好的事情是大家提到的是外籍移工的权利跟照顾来减少这些犯罪，而不是一昧的去抓或是预防。那是不是针对外籍移工的逃逸跟安置的相对的报告，在上一次其实大会有讨论很多了，是不是相对有一些报告或数据可以在会后提供给我？好，再请主席记录。那最后提醒的事情就是齁，我们里面常常有我看到很多就是跟所谓的犯罪啊、交通安全啊、干嘛的那些宣导，然后宣导品都好多哦。各位，宣导品真的没有什么用，不要再浪费钱跟时间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更有效的方式？不论社群还是。对不起，10秒。用一些相对更有效的、民众更直接能够沟通、了解到的平台、资讯方式，以及去从根源的去想想这些犯罪或者交通的预防可能的连结性是什么。那不要再发像这样的宣导品、海报等等的，我觉得应该去重新思考这些事情的效益。一张海报可能还比不上一个 LINE 的很好的转贴图或是长辈图。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警察局行政单位可以去重新思考的。要再增加时间吗？不用，这我这样差不多了。好，那请局长，谢谢。那请局长要就是再去思考这件事情，谢谢。好，感谢谢正义哈。我看恁时间也搞了，主动跟你接的，卖管你一个跟一个安尼一直演安尼拍摄哈。因为继续我们邀请刘天武议员感谢谢正义议员，谢谢。好。感謝台灣主席，我們副議長、局長、各位分局長、各位科長、各位同仁、下面各位貴賓、台灣、局長，我在請教，他說這個案，我第一路當接到服務案件，碰個案我是不會說，不過我是這個機會請教，就有一個太太、一個小姐，在孩子在
野头家啊，开车风吹撞，风吹撞，阿姨感觉讲哇，问题出来，赶紧打电话呀，和派出所啊，环境来处理啊，环境处理啊，就是 SOP 啊，就是爱分嘛，有没有求助？啊，分了几个时啊？结果啊，伊求助是话是0.22，但这位小姐伊一直讲啊，我都无啉酒诶，写了求助时会走0.22出来。伊要求讲，我是不是会当各分一遍？关键讲未使，哈，未使，好，未使。啊，伊讲无，我来去，咱来去抽血，抽血搁较准嘛，吼。因为我无啉酒啊，先来有酒色子，啊，关键嘛未使。啊，当然这代志啊，阿母甲这个小姐，这个年轻的太太，伊感觉足委屈的，伊感觉讲，哦，我老安尼抽哈，就是讲我无啉酒，甲有啉酒啊，等于同款。哦，等于啊，马都要分局留置一个晚上，对分局留置一个晚上啊。以上法院，从今日收到法院的裁判书啊，不起诉处分了。但我嘛讲，我处理代，我处理事情，我知。不起诉处分，无代表无代志，因为0.17以后啊，拢是开脱啊。18到24啊，这部分可能就罚款25公共危险罪。好，0.25公文是，所以讲这小姐真麻烦，真欢喜。伊讲讲不起诉，拢无代志，伊唔知有可能还过会罚款。局长，我是要请教你，就是讲咱 SOP 啊，咱的这个作业的程序啊，包括会当请，比如讲受试的人来拖嘴啊、漱口啊，这种会当。啊，买当啊，比如讲这个小姐伊买当写遗书啊，咱环境是不是爱甲讲好，爱甲讲个清楚？你讲，就讲讲啊，我要阁出第二遍，啊是讲我要来去抽血，好无？你讲。好，局长请到。好，谢谢啊。那刘委员这样子，如果依照我们处理酒驾这个 SOP 是袂当分两遍的。啊，袂当两遍。哎，这是讲规定是安尼啦。当然哦，咱的规定内底是讲哈，0.25以上才是上法院嘛。啊，零点二，无您都敢上法院啊？对，啊，但是发生车祸，0.2哈，发生车祸啦哈，是车祸是0.15跟0.24，吼，啊个补助又是有平衡的关一关系的吼，啊那无过都叫可能叫起诉，啊要过可能就无代志啦。嗯，我是讲像安尼，阿姨要抽血嘛，袂当。即嘛就是，不，阿姨即嘛不跟你讲，解释到你就好啊，你本人就好啊。你拢无啉酒嘛吼？叫切出来小号数有啊，有小号数，啊你会感觉呐？因为这小我是民意代表，都唔是我选举啊，是东山甲我无关的呀。但是伊就对我服务出来，我也未使讲你东山去找东山议员，一出来就是有困难，伊感觉真委屈。但我民意代表，我徛伫民众这边替来讲话，最假设是你无啉酒啊，方切出来你有啉酒，你安怎处理？对啊，所以讲这也是一个真大的盲点啦吼，就是讲你即马确实有当，唔但是食啥物件啥，有可能酒精成分，这有可能啦。啊，就像你讲酒测器是唔是有问题啊？可能，但问题酒测器伊规定每年拢去做检定啦。对，你讲酒测器这也是个重点啦，对吧？这也是个问题。我将心比心啦，啊，万一这个酒测器哪有问题啊？假设我想环境作业一定无问题啦，吼。我无讲环境，是不是这个酒测器如果有问题的话？啊，这个小姐伊讲。我投诉无门啦，我没有喝酒，跟喝酒一样大意啊，去分局关起案，然后移送到法院。所以讲会后啊，我们再检讨这件事情。是好，好，谢谢。来，阿莲花，我一个租车行哦，消息分析长哟，如果讲话等一下讲啊，我在出行，不要讲话。迄、那个叫你哦，另外有一件是租车，一车奥多麦租人租你，啊你出去有可能，你来甲租时，应当我看看你有驾照无驾照，啊，伊租随了去啉酒啊，啊，都咧往警察着，往警察着同款啦，啊，就是爱譬如讲，做酒测种种，啊有啊，啊有啊，这车甲扣起来，搿一个问题我是感觉讲，租车安尼也真危险，就是讲人家租车去。要去啉酒，啊，车在楼梯啊，未当牵出来，啊，钱无缴要拍去，搿就安咪就麻烦。啊，你
甲人讲啊，你坐我这台车，你提保证金来啦，先提30,000来啦。那无车我后头去用拍袂去，叫警察叫拍袂去，你30,000要甲你收个，啊无啊，啊像这安那处理？我说你法定是安尼，我知影。恁迄个交通队长啊，交通队长解释了，我嘛去调法定，我来看调了，我看我来知，我来去调了，我知影。我感觉讲，行为人骑后头啊，行为人甲所有款人啊，车主啊，啊就真无辜啊，车主啦安尼是，咱定这款法定，哦真麻烦啊，有真侪这种个啦，就是我租车是我来去租，我租和隔壁迄个骑，我租车有当时啊。要发生啥代志，咱嘛唔知啊。哦，像这嘛是嘛，你爱讲是安怎处理哦？好，镜头。我想这款嘞吼，因为咱租车公司哦，这风险可能拢爱去评估啦。哦，因为法律底可能无到面面俱到，拢个兼顾了每一个部分啦。哦，这嘛是研究，也是建议啊。但是我看目前的法律是无到去。哇，法律有当时安尼吼，你拢保护歹人，哦，你真是保护歹人了吼。我阁讲，阁一个个案，前几工啊，酒驾走头，暗时啊，无我无法酒驾无照，毋知，就暗时啊出车走头，暗时啊随后走。第二工吹去吹出来，吼，咱环境真辛苦啊，啊调监视器啊，迄人尾仔出来，出来啊，啊即嘛有可能有两种，一种伊无啉酒出代志了走头，一种是啉烧酒了出代志走头。搞你用这安怎处理是啥？伊有个案的处理是啥？这款哪能处理？恁哪能处理啥？第二天伊来报道，恁哪能处理？就是安那处罚。赶快嘛是，伊都等下一该，也是有人查等，咱嘛赶快要酒测了，嘛是爱做了。无啊，伊酒测就过了去啊。啊，都无啊，啊你嘛无证据，伊有就无多啊。安尼无多。哎，你也无证据，你也无多。好，你相信我来讲哦。所以讲像安那时啊，都保护歹人，我就讲保护歹人。暗时啊出车弄着人走，有可能找人来停止，冇可能，冇可能。啊，我是3,600块，根本就不爱插你。出代志弄着走，所以讲这哦，我感觉你有机会的警政署啊，登记开，像这种林林总总无好，这个可能你拢爱去检讨，对吧？弄着人走去无代志，第二天来，我找别人来嘛使，对吧？啊，也是讲伊酒提起了来做小错，嘛无要紧。这拢无好，对被害者拢无公平、无公道吼。啊，另外，我是较侪，我当年拢讲毒品的代志啦吼。刚刚正是当初讲，咱一二三四级毒品啊，我是感觉讲哪来哪去啊，哪吃哪去啊，啊哪严重？今仔第二波啊，全国啊上少的啊12.5%吃毒品。我咧顶次我捌问了，你也未来哦。顶次我捌问。咱遮嘛拄着国小囡仔去吸着，人创何事啊？所以讲，遮我看数字哦，人讲有钱买来食，无钱就啊，来譬如讲做歹代志啦吼。要讲下者，包括讲咱有成立什么检调，甲啦咱警察局、甲林务局同齐啊，伫山顶巡逻。不过遮济啊，常常听着讲人伫山顶啊来偷厝啥，局长恁这安怎处理？较简单讲一下，时间够紧。我知，因为山内底吼是因一个保区的森林队在处理，阮时间路的啦。恁路，嘿，阮也有诶。恁路，恁环境是讲，我几点伫值班？你诶时间你卖伫遐过都，包括我也无伫遐值班，有你著听有啊，安尼会安尼无？运动袂吧？啊，我是反对恁环境啊。是。恁环境哦，伫咧山顶拍扫，有可能三个人、四个人。各轮班休困，剩两个人，唔通清晒用枪，好啊！所以讲，我也真担心嘛。我有听讲话讲，我的时间你卖来得，我说，所以你嘛是爱要求我嘅，无是啊？常常听讲山顶查去用晒落，啊，一边写查你是滴咩？好，这家我是感觉讲，要注意了哈。当然毒品啦吼，一年时节拢有记录，恁家己拢真清楚。迄、那个刑警大队长吼。好，你请答我。我刚刚你来两年哇，你精神很好了。我在看，昨天看到现在，你目睭真金龙，一直咧注意咧听。我，你有感觉讲毒品邪啦？当年一年一年邪啊？你感觉呢？啊，请答我。
谢谢一座关心。那毒品这个部分呢、哦，我们有分析的数据，就是像一座关心的这样子。我们一到九月份对照去年同期的，在一级毒品、二级毒品、三四级毒品查获的件数人数都是增加，对、啊，那数量的部分也都是增加。那我们有分析这个部分，事实上只要是我们警察同仁在毒品的方面，如果说他是用那个我们用对照同期来讲，它数量有增加，人数有中增加的情况之下，通常是警政署有列有下专案，或者是说行政院长或是总统有下全国性的指示，就是说我们要以毒品为现在当前的治安查缉重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在我们宜兰县内的话，我们警察局我们局长也指示我们，就是说我们要针对我们辖内的毒品的部分，有针对这个部分来做毒品查缉的专案，所以我们有所谓的封城的专案，大概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查缉。好，马警局长，为了队长哦，我知影你真用心在听啦哦。不过我是感觉讲，你毒品是第二几年侪啊？我看讲你今年是半，你本期是半年，好，你即摆你工作部半年内底啊，比103年较侪啊，半年比103年就比去年较侪，比一年较侪啊。半年比去年迄个去年啊，103较济，所以讲咱来监督啊，局长，是咱毒品才是。我只看宜兰分局，宜兰分局140件都拢140件，啊，宜兰分局140件，哎，队长你请坐。宜兰分局140件，323.002公克，恁这无写清楚，这是一级毒品、二级毒品啊、三四级，这是什么毒品啊？恁敢写宜兰分局偌济毒品？这是什么毒品啊？是拢总。一二三四级啊，好了，让你找全部了，还全部，都是一二三四级啊。对对对，好了，队长，你较清楚，你后摆做一个公共的，蛮麻烦。我这边讲是讲，宜兰323公克，宜兰市啦，哈，宜兰市，宜兰的辖区，宜兰分局，罗东分局179件，781人，罗东分局偌济？3868，哎，到队长。劳动局甲宜兰局是啊差10倍啊！你讲，你做你讲，无要紧，伊读到你咧，无看你讲话。你讲是啊差10倍，劳动是啊差10倍啊！不好意思，这个部分的话哈，它那个毒品的查缉的量来讲的话，它会有比较多的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同仁在路上拦截，一拦截到他车上就是大量的毒品，他不是。啊，你讲劳动局你来干高咧技工啊？相对应的奖励跟那个奖金的这个部分，高检署跟警察局都有规定。好了，局长，你听下，我是感觉讲，前途都很强安尼哦，真正有你做代志啦，唔是讲都拢食毒卡死啊。都要对你讲安，我会当赞同，就是讲真拍拼有你掠毒品啊。所以都拢掠，你看3000几公克，149件啊，讲较歹是3000较少，3000拢无咧食毒，准。27.17公克啊，拢无啊，都足平安。我看应公司还佫有进步空间啊。咱看讲，然后讲着，我顶机会你也袂了我讲，菲律宾啊，杜特地总统啊，伊伫树林面一套台。虽然你讲伊违反人权啊，但深得民心啊。食毒品是较惨嘛，对哇，倾家荡产，害死人，规家伙拢害死了了，家己害死人，别人嘛害啊。伊有钱买来食，过来偷摕，过来用抢的。吃到尾啊，伊就爱摇头讲：“你去卖药啊！啊，卖药啊，要哪创？给人抢，大分子都爱诈抢，都社会乱源，社会乱源，对不对？我想今仔不是讲阮啊议会直接要求你对毒品啊严加查缉啊！我就包括上任蔡英文总统，我伊也感觉讲这个大事严重性啊，啊，这一定爱处理啊，一定爱处理。我讲希望我卖看到讲啊，我拄甲恁。”即阵讲，伫即半年比103年去年也较济，应该进步。啊，囡仔你看，全国唔是咱遮，刚刚12月半就咧食毒品啊，就安尼。后摆台湾啊，免讲烧钱，该食毒品就死了了，就免用啊。所以你遮出现，请财叔列入记录哦。好，我要去年、前年、今年3年哦，这毒品哦，所有也可以讲1、2、3、4级毒品啊，吸食。3年的这个资料哈，来提供给我们，刘，好、哦，县长，那个总执行以前呢，提供给刘议员哈，好，列入记录，感谢刘议员，继续哈，
我们来邀请孙汤议会议员。好，谢谢主席。好，我们的分局长还有那个局长跟分局长还有我们的科长，大家午安哈。在这里先谢谢你们哦，一直以来在对我们的县民的治安的维护啊，还有许多的那个防除少年事件这些。但这边我有一些要请教我们的局长哈，针对我们每一次风灾过后的，尤其是我们这次那个梅基台风哈，我们针对漂流木这一次的那个取缔的部分，你这边有没有数据？局长，请答复。好，应该是查获了有5件5人吧，那捡拾的应该有7件8人。哦，就捡的跟盗的这样。这样子，所以那个数量以跟去年来比，算是你在取缔的这个事件算是比较好吗？在管理上。如果一台风灾这段期间都比较好，对。我现在也要提的说哈，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哈有一个服务案件呐、啊，当然这个是大家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次的漂流木，因为有限制在我们的那个东港埔后社区那边有一个时间性的去，可以自由捡拾，尤其是民众。但是比如说像我们在那个南澳澳花那个地方，还有我们头城大溪这个地方是不能捡拾的吗？对，它有规范是某个区域。是不能捡拾的。所以假如那边的要捡拾，完全不能捡拾的情况下，然后又没有时间，然后这个到底如何取缔？你们的规范在哪里？因为这个风灾之后啊，大概是我们应该是县政府、啊、会在一个月内以内要把它清理注记、嗯哦、就是说是属什么木、哦、那是不是珍贵的林木要认定了、啊、一个月之后他就可以开放给人家捡拾了，所以一个月后就可以捡拾。是。那因为之前在有一个时间点的时候，还没有在我们宜兰县政府公布那个东港埔后社区，结果他们在之前捡拾的这个部分一样被抓，一样被罚款，所以这个部分怎么处理？比如说在南澳地区靠近花莲这个澳花这个区域，因为每一次查到这个是不是漂流木啦，或是说是不是涉嫌盗采林木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同森林警察、就是林管处、还有县政府的农业处来认定这个区域，还有这是不是漂流木，那这个是不是珍贵木材，都要去认定。啊，如果它是属于违法的，那我们就要去办理；如果不是，那我们也没办法办理。好，我知道我们宜兰县的警力一直以来都不足的哈。那到底目前我们宜兰县在管理上？是由我们的林务局来管理，还是我们的环保局，还是我们的警察局？假如要取缔这个部分，是归属在林务局吗？还是我们警察局？是在那个所谓的它的管制区域里面是森警队的，森林警察队就是保期的，但是在我们宜兰县的话，应该我们是执法单位。在宜兰县是执法单位。我对，那澳花那边算什么？只要是马路或者不是在那个森林里面，都是算应该我们都可以取缔的。哦，所以你们现在管辖是非常广泛。我一直以为就是说，针对我们海域的这个部分，因为是属于国有财产的那个土地嘛，是不是应该是归属在林务局？那他们开出来把那个木头漂流木移出来的时候，是归谁来取缔这个部分？这个在路上，如果是我们拦道的话，我们还是要请林务局跟农业处共同来认定，是不是违法？所以还是由我们宜兰县的警察去介入就对了。对对。哦，所以你们要管的事情非常多哈、哦，所以要加油一下。我在这边是要提一下，就是说我们宜兰县政府一直以来哈、哦，针对捡拾漂流木这个地方都没有一个固定的认定哈、哦，老是让我们的原住民族人哈、哦，在这个公告的时间没有想写得很清楚，然后在宣导上也不足啦。尤其在风灾过后，你应该就直接在媒体上直接宣导说是什么时候开始捡拾，不然一般族人哈、哦，尤其是我们县政府哈、哦，在公布的时候，在乡内啊、哦，尤其在我们南澳乡也好，大同乡也好，这个时间点上都拿捏不准。像之前就是碰到非常多次，就是刚好在捡拾的前一两天而已。所以这个到底在
在他们来讲，他们就认定说应该一个月后就可以检，为什么还被抓？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在未来在宣导上，我们宜兰县政府也好，尤其警察局这边，也可以在我们的警察局的派出所前面稍微做一下公告，这个部分局长可不可以再加强一下？好，那这个是不是他们意说在县政总执行这样？我会再提，只是说县长在县会也提过，也要求农业处，这个就像刚刚一座讲的，要把它弄清楚，你到底是一个月之后你没有做好，人家还是可以减食，还是要你公告之后的一个月，你要明定清楚，让人家都知道。哪些区域是可以减，哪些不能减，你要弄清楚。对对，这个部分一定就是说，我们县政一定要配合啦。因为我一直发现哈，我们的警力本来就不足了，有时候为了这个一直在那边跑来跑去。其实有时候在这个部分，我们能够帮忙族人，在能够在民意代表这样的一个角色，有时候是很尴尬的哈。也希望未来哈，你们还是全力协助啦。好啊，再来就是酒驾的部分哈，我想一直以来我们酒驾这个宣导是长期一直在做的事情，但是我一直想了解说，到底我们在取缔这个酒驾是白天取缔还是晚上取缔，还是机动性的取缔？因为我曾经听过我们非常多的不管是县民也好，族人也好，就说你们好像是有差别性待遇去取缔，看到宾士的是不去拦，然后看到货车就去拦，有没有这个问题？这个我想包括时间或是怎么拦，应该都是执勤技巧方面的那也许同仁他会认定什么，我们分局也会规划时间，我们警察局会规划时间那就看什么时段可能我们民众会酒后开车几率比较高那我们就规划那个时段来取缔。那远景也许会认为说，这个什么样的情况，哪一类的民众比较容易会饮酒，他也许会这，但不能任意啦。当然也要一些征兆，比如说他是开车是不稳的，或是他脸色是通红的，等等才要有可疑才去拦呐，是。不瞒你说针对有时候县民在讲对这个部分有质疑的时候，我们也去试过了几次当然这个试我们只是想要证明说他讲的话对不对就是说可能他说这个在过这条路的时候，通常你们会去那个附近工地比较多的地方你们会过去起地，然后呢只要是开货车的你们一定会拦，然后宾士跟 B 零的你们绝对不会拦，然后就刻意找宾士的人去绕，连续绕个两圈，还真的不取缔啊！后面跟了一个货车，你们就拦下来。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应该不会，我们就什么声音都有。像我们台北市也有那个艺人的杀手，他专门找艺人、找宾士、找那个超马那种，所以我们宜兰县是开比较好的车不会去拦。没有，是这样吗？应该不会了。希望真的一视同仁因为我们碰到的或许在你们眼里面一般工人啦可能会在这个部分会有比较多的埋怨，那我们民意代表碰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案件也多，所以我希望在县政府尤其警察局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能够再超然一点不要有差别待遇啦。好，那在这边我可能要麻烦主席帮我列入记录，就是帮我拿一下，就是说我刚刚提的局长就是漂流木取缔的这个部分的数据就是去年跟今年的差异，还有我们这个酒驾的部分，从你上任过来之后呢，你们的酒驾在这个几个十二个乡镇里面的数据，这个可以吗？可以。好，那就麻烦那个主席帮我列入记录。好，希望在那个总质询的时候，剩下时间，下任议员。现在怎么样？换你吗？换我也可以啊。好 ，OK， 好，谢谢。主席，各位，议员同仁。还有警察局的局长，还有各科室的主管，局长你好，一座好，在我印象中，宜兰县警察局长好像姓高嘛，但是来了三个月，我都还没有
正式拜访，哎，姓什么去了？张局长啊，张局长啊，在这三个月当中，虽然你有打电话说要去拜访，但是，因为你的电话我不在，其实你可以偷偷摸摸的到南澳乡来拜访我，啊，你打电话不在，你就不来了，你好像就是看不起我这个南澳乡原住民的一眼，是不是这样子，局长？局长，请答复，你也敢看不起啊？喂，不好意思，那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民众，我们都不敢看不起，何况是异座。请坐。局长，我有不请之请。好，议员在质询的时候，他虽然用闽南话质询，或者用别的族群，别的话质询，希望你用国语来回答，因为我们议员有不同的族群，包括阿美族、泰雅族，还有第四胞，啊，都在这边。如果你用闽南话来回答我，那个闽南话叫什么？听不懂叫听不懂啊。啊，听无。希望是不是可以用国语来回答？请答。可以，可以，可以哈。是。好。刚才局长，我刚才讲了，到了上个月，我都没有看到你了哈。刚才陈无山议员也讲过，其实你们各局处科长要真的要联络感情了。从这个数据啊，今天你们来的跟三个会期，你知道你们局里面的各个社换了几个人吗？各科室。对，现在坐这个位置。是我来之后吗？对对对对。现在坐的你知道有几个人换掉了吗？科长以上的。现在坐这个。坐位置换掉，我们调走三位。我跟你讲，我不要浪费时间。现在新的面孔有十二位，是，请坐。在这里面，刚才我再回应这个陈无上议员讲的，要联络感情。我在这边只认识民环管制中心的主任、人事主任、法制科长、公关科长。刑警大队长、少年队长、妇幼队队长，还有郊区分局长，督察长好像失踪了，也没失踪。不是，好像他们位置对调了。我以为是督察长已经降级了，他督察长应该是坐在局长旁边才对啊，是不是这样的，局长？是，我再回应，请坐。我再回应陈无山，议员讲的，要联络感情了，不要只住在办公室里面，你多去每一个，不管是各局处科长，多去跟议员们打交道，对你们有帮助，其实我不愿意听。陈无山议员说：“你们是等着退休，这样不好了，好不好？”好，那我就点到这边，我再请教交通队长。啊，请坐，请坐，我先问完。你是新任的嘛？哈，新来的。你有没有走过苏花公路？请答复。报一座，有走过。有走过哈，苏花公路经常发生车祸嘛，请坐。那个麦骨要放近一点，你那讲拢人听无，你拢无注意。请坐。我有一个建议了哈，苏花公路台九线跟这个五塔村的这个红绿灯红绿灯，虽然那个是小部落，那个红绿灯一打开啊，那个台九线的那个司机啊，视若无睹啊，他还是闯红灯了。我经常
开车回去啊，我看到你们的牌子啊，前线录影啊，前线的进行几花，但是我看到那个五塔旁边那个路口，刚好五塔派出所在那边，好像没有换录影的、啊，那个录影机没有换，你应该要，尤其那个是最重要的，哎，我刚才讲那些司机啊，视若无睹啊，啊，他红灯他也闯，哎，那五塔村民他想要过去都没有办法过去，我说建议是不是那边可以装个录影机，啊？那个主席啊，这个把它列入记录哈。好，好，列入记录。嗯、那队长可以不可以？你再巡视一下那个苏花公路，经常发生车祸。好，请坐。好，我再来请教我们现任的苏花分局长，哎，姓什么？真的都不认识啊。啊，陈局长，啊，陈分局长，请坐哈。我知道你是从台北的侦查队长调来的啊，对刑事很有专长。我请教你，目前南澳经常会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是毒品，第二个是三老鼠。以你的经验，你要怎么处理？好，请答复。谢谢陈议员的一个关心哈。那的确在南澳地区有少数部分的毒品案件。那从我到任之后，也有透过几个短管道，包括从旧有的资料分析，还有从我们南澳乡服务的同仁的意见，还有我们地方的一些人士来反映。那所以目前我们有针对几个可疑的包括药头，还有适用的一个。群落哈有在积极来侦查，来在查缉。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你都没有所作为吗？我们在八月、九月、十月都有查。还是你要欲擒故纵？包一错，这个不会、啊。我们都是案件要侦办，然后要成熟才来收网。那我们在上个月有针对澳花地区一个贩卖毒品的药头要做查缉。我希望这个毒品呢、啊，尤其是。南澳地区有一所高中，我知道，你应该知道哈。这个高中是大部分都是原住民在读书，希望这个毒品呢、啊、能够在南澳地区，我是说分局的辖区啊。是，我知道你是刑事专长哈。谢谢。你应该对这个应该蛮内行。包括不止学校，还有一些青少年聚集的地方，包括网咖，我们都有掌握。对，是。然后再请教你山老鼠的问题。曾经原住民爬，他有去巡山过，他有看过山老鼠在那边的东西放在那边，他有反映到你们警察局，但是好像你们都抓不到。他这个是不是官商勾结呢？还是怎么样？为什么抓不到？跟以你的这个专长，你怎么思考？哦，不敢。那个跟议员报告，事实上，从我到任之后，包括之前联合报也曾经报过我们鹿皮山区有山老鼠肆虐，包括有盗伐林木的问题。那事实上，就我个人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哈，盗伐林木哈是非常恶劣的行径，因为原本我知道你怎么去处理。那原则上，因为第一个过程你要去怎么处理，因为我知道。所有的珍贵林木哈，它生长的地方都比较深山。那这个部分我们会会同那个保七总队的森林警察队，还有林务局，那同时也有跟地检署联系。请坐。是。你刚才过程都没有提到，我跟你讲，刚才我要暗示你，是不是有官商勾结？为什么抓不到？为什么在？我刚才一直捧你，你有那个刑事专长，除了他小偷这么容易去拿到，他应该背后有给他支撑啊。你不能只有抓这个小偷，你那个背后的那个也要去过滤啊，对不对？
你说，我剩下哦，是报一座简单跟一座报告好。第一个那个绝对不会有官商勾结的部分的、啊。那第二个部分、欸、我们目前不要言之过早哦。是报一座这个不要言之过早，这个我有把握了、哦。第二个，我们有针对盗伐林木的部分，不是捡拾漂亮的部分、啊，我们现在有执行专案在监控中了、啊。那在短期也会来执行。那你说没有官商勾结，你放在心里面，是你不要讲出来，是不要言之过早。到时候这我这挑你的毛病，是请坐。啊，局长，我再一句话，我套那个胡三爷的联络感情，剩下的时间我给黄建良。好，我们邀请黄建良演。主席，局长，各位警官了、啊，各位同仁，大家午安。那个局长，我就就教一下，我们的警力啊，好像听说最近几年啊要补足啊，但补足之中啊，是不是我们同仁啊？有多少位要退休啊？你有没有算一下？怎么讲会补足啊？不会足无？啊，你退休会无人讲？回答一下好不好？好，请答复。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警专跟特考班的每年啊，招考进来的大概有4300名啊，4300名啊、哦，那退休的全国大概只有2000多人。所以一年大概可以补足，退了以后还可以补足2000人。那现在全国警察也大概缺的不到7000人了，所以应该是在109年可以补足。好，好，感谢你哈，你有算到这哈。那个枪支的拥有啊，如果我有听议员讲啊，我们警察局都知道啊，我们黑枪有多少支啊？到底有影无影？队长啊，这敢不是你的业务啊？强队长，你知影无？我拄仔刚有听人讲，我们警界啊都知道黑枪在黑枪啊在社会上流传，不在社会上啊，黑枪拥有的数量多少，你知道吗？主席啊，万一哪主席要讲电话，你做你讲你的。是，报一座那个黑枪的部分，它就等于是枪支数的黑数。那这部分的话，应该是说有一些他们是用国外的一些比例，它来做一个换算，他是用这样子的方式。那所谓他黑枪就是没有在市面上被流通被查缉到，应该是说没有被查缉到，所以他这只能用一个初步的估算。那通常这有可能是一些学者啊，或是一些比较关心这个枪支数的人民众，他们用一些国外一些犯罪黑数的一个比例来做一个换算的数据。啊，咱医院有偌济？报一桌这部分我们可能要再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还是以实际的查缉数为主。好啦，我刚才是听说议员说你们都知道，所以我是觉得说你们既然知道的话，应该可以在议会上稍微讲一下，没关系吧。那好，你坐下来。那个过来，我感觉你们这个报告里面，要说毒品啦、毒品啦，当然对咱社会危害最大啦，而且毒品的你们所抓获的人数可能也最多人啦，所以我感觉毒品这个东西这个贩卖的人口啊，怎么有那么多人在贩卖啊？局长，这贩卖毒品的人啊，你们有没有在下一步给他查？那我们检方啊，对毒品的人啊，他的判罪啊，后续的判罪情况，你们了解？毒品只要有拢这种鬼的，100控9人，贩卖的人口就109啊。到100控9人，你卖来讲，你看一个卖一个，敢会生存？一个上少要卖20个，20个还几个？一个卖20个，哦，按2000多人。啊，恁即马抓是抓600几个？这个我们讨论一下，到底啊，检方啊，检察那个法官方面啊，判他们的罪行啊，差不多判多少啊？啊，这恁了解无？局长，你我都了解一下，讲一下好不好？好，局长，请到。好，我在想这个109贩卖哈，当然贩卖小药头了哈，这有时候只要给一点钱都算卖了啊。安乐算贩卖啊？卖，对。啊，上次恁抓到几量偌多啊？贩卖109人，最多贩卖的数量有多少？来对。最多多少人是吧？最多贩卖数量多少？有的数量啊，上大的数量啊，恁即个抓到，恁内底100控9人抓到。举
几公斤呢？这个细的部分，我等一下请大队长回答。让我讲说这个109人的可能性了啊、哦。因为我们有时候送到地检署啊、有时候他会交保。啊，有时候在追诉过程当中，他也是交保，所以这些人还会重复再犯。所以一年当中，这109人是人次啊。哦，人次、哦啊、不是这109人，搞不好他是30人，有些犯3次。啊、哦，安尼未接就无啥罪啊。无，嘛是快要判。安尼就通啊来做大判啊，你未接也无啥罪啊。怎么这样子呢？我们的刑罚没有那么重了、啊，对。啊。咱的刑罚无遐管，无遐重。我呢，警察抓到要死啦！主席啊，主席啊，这咱有法度有没有相关资料啊？可以调一下，咱没有啊，无什么罪呢？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个由我们警察局这边来。我们能不能列入一个记录啊？看。我们来把去年度的哦贩卖的这些人调出来，看他判刑是怎么样。好了，相关的资料提供给你啊，列入记录，好不好？好，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哦，在我们的交通方面哦，我的看咱环市道路，环市道路有真侪哦，它是两线道，但是啊、哦，一个车道就给它划为啊左转专用车道或者右转专用车道，哎，这个队长啊，交通队长啊，哎，这部分啊，咱会当改善不？你跟咱两个车道俩啦。啊，你就甲画一个车道专用左转，啊，一个车道专用右转，啊，这个可能不太行吧？因为你直行车辆还是占大多数啊。啊，这阵会当改善无？这应该可以考虑的，好不？这你等考虑看，我都改善了。是。哦，要过来咱交通的问题，咱雪隧的问题啦。因为我雪隧吼，我常常讲哦，咱宜兰的发展哦，雪隧算是咱宜兰发展一个瓶颈啦吼。啊，当然我。昨晚馆长施政报告说，我有个提供一个意见，雪隧吼，应该我们呢在雪隧塞车的时候吼，咱有法度派员警去指挥，还是叫高速公路警察局啊，在交通很拥塞的时候啊，伫雪隧内底啊指挥他快点通行，因为我伫雪隧内底吼，我搭车的人阵，还是我过，他好像很自私的一个广播，每一个广播拢。22公里的所在，25K 的地方，请车辆快行通过。这句话吼，你每一次你就要写碎，甲听。搭车的人阵，伊就甲咱广播25K 的地方，请车辆尽速通过。哎，伊敢那也要讲这句俩，咁25K 啊塞车。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认为交通这个我们交通队应该跟国道。警察局吼、哦，爱做一个妥协。我认为伊即句吼、哦，好像自视化的讲法，唔是讲哦，唔是有底下看讲哦，交通量哪里塞哪里不塞，了再广播，都是广播。22公里的所在，请车辆快速通过。哎，这样好像这一句话都用这一句话在讲。啊，我的建议是讲哦，咱伫搭车的同时吼、哦，看会当一个落去甲指挥。也是几下个，向国道交通队来指挥嘛，叫他快点通行嘛。而且有一个迷失啦，大家一个迷失啦，大家拢认为啊，进去雪隧之后要保持50公尺的车距，这个迷失吼、喔，我希望局长你吼、喔，跟那个交通警察队来讲吼、喔，这个迷失应该改掉，因为当初吼、喔，因有甲你公布一个车距要保持50公尺。不然的话，里面有装6台照相机啊，要抓迄个车技不足的车辆。自从那个公布之后啊，雪隧啊更加的塞车啊，你们家有感觉到？我深深的感觉到吼、哦，主公布讲哦，车技要保持50公尺了、哦，咱的雪隧哦更加的塞车。哦，啊，当然我有算一寡哦，咱雪隧质量兼顾啦，正常通行。正常的通行，车辆几台？局长，你知无？正常的通行。大概是2400吧。谢谢。快点。好。
对对了。好，感谢。好，高子，感谢黄建良议员哈，啊，不然即马休困十分钟哈，还得阁继续，谢谢，休息。
啊，你加换个换滚水头，换滚水头啊，滚滚那头。好，各位同仁，请就坐。啊，请列席单位列席报来。队长，你是去沟通了啦？好，继续我们邀请邱家靖议员。没问题啦。大家主席啊，咱林副局长，咱詹局长啊，咱督察长哈、啊，各位分局长，各位一级主管哈、啊，啊，咱各位议会同仁，所有的局处联络人，大家午安哈。啊，针对咱检察局吼，啊，即厝的单位质询啦，对昨昏甲今仔日啦，我听超了所有议员的同仁吼，上关心的焦点啦，吼，第一就是啊，即、這个毒品的问题啦吼，因为毒品啊所延伸出来就是整个的治安，啊，伊和真侪犯罪即案件不断的增加啦吼，所以毒品它讲是万恶的渊源吼，万恶之首。所以本席伫遮要再一次来拜托咱詹局长吼，针对咱宜兰县这一两年来毒品诶泛滥的情形啊，务必要自己成立一个专案查缉的一个啊一个方案吼，好咱宜兰县整个毒品的情形啊，会当来做一个全面的大扫荡。毒品也无做，无做做一个解决啦。那咧，我认为宜兰县的治安要好到什么程度嘛，绝对有限吼。啊，这是本席第一点吼，要来甲咱局长来探讨一个问题吼。另外就是有关最近真侪即个民意代表、议员等等，卖光大家乡镇吼，针对校园的治安，很多部分都是跟毒品有很明确的关联性哈，本席也曾经私底下提供相关的资讯给我们相关的同仁。那这个部分，我也希望我们检察局的相关的主管单位，务必要跟教育处来合作，把毒品务必赶出校园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哈，这是对我们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在保护我们国家未来主人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这是我们警察同仁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哈，所以本席这边啊、首先针对这个部分，要拜托我们局长跟我们所有的主管共同来为我们的治安、为我们的下一代来努力的哈。在我们的报告里面哈，有看到非常高的破案率跟破案的件数了哈。本席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我们警察同仁的用心，让有些犯罪的这些不孝宵小，或者说这些不法人士无法遁形，这是应该给警察同仁正面的鼓励。也希望我们警察同仁持续在打击犯罪破案的部分，应该更加用心来推动相关破案的一些方案的部分哈。一则一忧的部分，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宜兰县被认为是民风淳朴的一个县市，为什么犯罪的案件件数在这一两年里面会有这么多的案件出来哈？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去检讨一个课题的哈。这个部分，局长您不用答复了。我希望说，我们应该勉励我们同仁啊，针对于警察同仁查缉相关违法案件的部分，我们应该更加用心。除了希望说能够把破案率提高，同时啊，我们也希望说逐年让我们的有相关案底的这个再犯率逐年降低的，这应该是我们大家的期待的哈。然后再来针对第二点，这个梯次我们宜兰县补建97位新进的同仁哈，本席在之前的几个会期啊都有提到，新进同仁的执勤态度非常的重要。那我不知道说，局长您针对这个97名新报到的这些新进的警察同仁，他们的勤教、他们的所谓的职前教育，
我们应该如何去安排啊？这个所谓的老兵要来带新兵，到底要做一个安排？我相信，局长你是这个相关的部署，应该是针对啊这新进人员的执勤态度的部分，应该去做更深入的要求。这个都叫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哈。但是一个徒弟啊，若要有成就，伊表现若要好，都要看入门的师傅啊，安那个带。咱既然关政府既然有教导七个这新进的人员之外，咱必须或者教导七个新进的人员，不管你是警官，还是这个一般的环境，咱希望讲伊未来在任何一个单位服务勤务的同时啊，会当成为咱真真正人民的保姆。因为因的态度处理得好时，让因会当顺利来升官了哈。我常咧讲一件代志啊，做人比做代志较重要。你若要做代志，就不要做人。那咧，我相信在这社会上，嘛无都得到大多数人的肯定了哈。所以我要拜托啊、有相关单位，然后有这个相关新的这个人员，伫该单位服务的东西啊，应该做请教这个工作了哈。所以我要拜托，局长这个部分，你认为做？这相关的勤务教育的部分你认为后壁应该来推动什么？当简单来说明一下，局长。好，局长就到。好，谢谢易座哈。这个的确，我们今年是毕业的是警专，那警专还比较好，就因为他在警察专科学校里面有两年的养成教育了，在这个应对进退方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比特考班因为他大学毕业在考的。他受了这个大学的教育，他比较开放的，所以这个纪律各方面可能，或是他的，因为他未来性跟我们警专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学毕业，他是骑驴找马，他的有时候把警察工作是当成现在目前的工作，他也许他考更三等特考，也许考其他的这个特考，所以他是在这边工作是暂时的，所以这些人可能比较不好带，因为他也是大学毕业，有些研究所毕业的。那我们今年分发这些都是警专生啊，警专生他们别有选择，他是专科学校毕业的啊，来在这边，我们当然就像刚刚易座讲的，我们这个老师很重要，就是指导老师，因为他有两个月的实习，啊，那现在我们已经有办三天的职前讲习，就刚刚易座讲的，你怎么样这个执勤的技巧、法律的相关规范，还有执勤的态度，还有相关的这个必要的像笔录啊、监视器的这个调阅啊、事故处理等等啊，都要去实际去操作。让他们起码去实习，在操作的时候，他能够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快进入我们的职场。那我们会要求各分局啊，把这个刚讲，把这些新进人员把他带好啊，这个未来会影响到我们宜兰的治安。他们好，大家都好；他们不好，我们除了说这个功能没办法发挥，我们还要去顾他们，还要担心他们未来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当然希望把他教导很好。好，谢谢。好，感谢局长哈，今日你请坐。因为过去吼，受收文局吼，要有环境啊，你热无地安全无的，即个民众啊，抱咧田底落。即我捌较早李分局长讲过，我希望这种案件卖阁发生吼。远景在执行勤务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比例原则的问题。你像昨昏桃园古山分局陈姓女远景，为着要热酒驾逃逸，结果一无注意，发生这样重要事故。所以这种的情形呢，如果一再的发生啊，警察如果当人民的保姆了哈，所以我认为讲这个部分是非常的重要的。好，所以直接来个决定个做一个拜托哈，这请教的部分非常的重要了哈。另外过来哈，咱现主席啊，增加乡镇啊，增加关系啊，因为少子化的情形越来越严重哈。我们发现讲，咱现主席咱啊相关的这义务性质的这单位，比如像基金。啊，这个民防、消防、装作等等，像较增卡的所在，伊的人员呐、啊，从逐年伫减少去。吼、哦，局长，我昨有听你讲到讲，在其他的六都的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啊，咱针对这个、啊义务性质的吼、哦、这个、团体，咱有编相关的这经费来给资助了哈、哦。但是宜兰县情况特殊，吼、哦，我记锁定就好啊。以民防队来讲，并不是所有的民防队的人员拢变济，并不是所有的消防相助队伊发展的情形拢现在均衡发展，所以是不是有可能讲，咱来研究看卖啊，将基建、民防、消防相助等等
性质相关的部分来做任务的重新调整，和咱县建设局当年伫支出的经费的部分，把钱真正花在刀口上。我简单记一下，即所有团体、所有单位，当年一定食岁末年欢，吼，一定食啊相关的这聚餐等等。有的真侪这队啊，人数本来就少啊，叫食饭时阵一叫两三桌，吼，啊有的成员顾问重复，一年食几十届，啊种浪费足侪社会成本资源啊，艰苦人啊三顿都无通食啊，结果咱安尼这样浪费，吼，这是延伸出来第二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各分局针对疫情、民防、守望相助等等这个部分，在办相关的啊这个大型的活动这个时候，我们考量到他们的人员的现状，考量到经费支出等等，来做一个联合办理，这有可能无？我就是讲，你若有在安尼办，比如讲你管跟那个做主导，嘛卖让因私人大家去办，你拢浪费预算啊，还是钱拢带来？弄民间去无啊，挂文签嘛，吼，啊，这浪费足侪社会资源，那会当整合社会资源，就啊，这县起来资源，这做挂文的人，买当从这钱去捐到其他需要更加照顾的人，吼，所以我希望讲，县建设局这个部门咱研究看卖啊，吼，这个部门来推动看卖啊，买当向中央来反映啦，吼，毕竟咱增加关系啊，这个相关的这义务性质的这单位啊，人数已经越来越少啊。吼、哦，人数愈来愈少啊！我会记较早，咱们我联络消防上座队，上座时八六八七，吼、哦，上座要到百八几个啊！吼、哦，我做总干事的时阵，即马现主持可能剩百几个尔，直减去，所以这问题不得不重视啊！哈、哦，所以我这边来跟局长这边来做个讨论啊！哈、哦，也请我们局里面这边来研究看看啊！哈、哦，过来哈，局、哦、长，请教一下哈、哦，咱林馆长渐渐有伫推动一个。路口监视系统，吼、哦，全面建制的一个案，吼、哦，本身这顶一次会议啊嘛，有甲高局长来做一个建议啊，因为现主席咱看路口监视系统的建制的效果啊，非常好，互咱环境的破案率提高，嘛有百姓啊，伫发生交通事故的东西啊，啊有一个依据，何解这个比例嘛，拢比较早还搁较悬吼，所以对整个的社会层面也好，对交通层面也好。让有真大一个高温效果哈，请教局长，这么好的一个路口监视系统建制的一个计划，您上任以来有没有考虑，或者说你有没有确定会把这样的扩大的建制的机制把它延续下去？请局长您简单答复。好，局长请答复。好，那。宜兰县呢，大概是从1994年的哈就开始建制这个治安跟交通要点的监督系统，到今年的应该是算是去年的12月31号了，到目前为止是有634处嘛，啊，大概有884组，有3371个镜头了啊。那今年有编列1000万，我们之前警察局的规划是全县大概要有678处。这样的话，这整个监督系统可以绵密建构起来的话，这一个治安的一个网，啊，那现在等于剩下44个啊处所，那1000万今年应该可以完成，都已经发包，都已经派工出去了，今年底可以完成。那明年我们编列300万，哦，因为我们678处等于是说一个网建构了，但是网建构之后，你治安的状况、交通的状况，啊，这个天候的状况各方面，也许会有一些变化。哪些已经道路已经改变了，所以这个地方已经不必要了。哪些是新增加的？所以我们也300万，大概预计15处所，可以来建制。那后年最少我们还在10处，那我们希望继续建制下去。这样，本身建议的哈，有要新建制的店，你各乡镇的时阵哈，是不是跟各乡镇的议员啊来讨论一下？因为议员能来自各乡镇所选出来。打一个路口重要无重要？我相信应该是各咱关键，同款拢非常的清楚啦吼。大家共同来讨论，把钱花在刀口上啊吼。这部分是本身要求啦，安尼好不好？好，局长请坐。好，搁一点嘛吼。苏花改预计明年后年啊，分两阶段通车哈。咱进前嘛有规划讲啊，要伫这个成立苏澳的苏澳交通分队，到底咱苏澳交通分队
要成立的人员编制，啊，也时程啊，预计什么时候挂牌营运，这个相关资料啊，请警察局这边啊，于县长总咨询之前函复本席。好，以上，谢谢。好，感谢。那条要列入记录哦。好，列入记录。那个局长啊，他拄仔咧，邱泽经理员伫讲这吼，即联合即疫情民防所望消预消的咧吼，要切实啊落去整合了，吼，卖互即阮即民意代表嘛，足困扰啊，地方嘛呢吼，食到大家拢足大苦的，安尼嘛是好吼，啊即。啊，大家吼、哦，毛病嘛真侪啦吼。啊，这补助的部分啊，看会当改固定形式化未？哦，这个部分我也希望讲恁来努力，卖重复再重复。好，继续我们邀请尤祥德议员。局长哈、哦，各位分局长哦，啊，咱各科室的哈、哦，咱的主管啊，大家好哈、哦，各位同仁大家好。有关哦，那个我们去年有两个台风哈、哦。啊，两个台风了后，迄个阵啊，我第三组，啊，有去甲贵局去关心有关啊那个三十号柱的损坏情形哦。啊，当时也提供真侪这个意见出来。啊，最主要即嘛就是讲咱交通科啊这边这业务咧，啊，平时咧对这交通业务了真真侪啊吼，啊，想要甲这个。号志噶标志啦吼，啊，这个标线的一挂在工课要移哦，这里、個、啊，交通科这不是交通科那个啊，咱建设处的交通科这边哈、啊，我想大家已经啊过年外吼，啊，县政府在组织编制伊嘛，当时伫讲讲要成立一个交通处，但是噶即阵啊，迟迟未成立吼，我唔知道我起码到底我们在。有关号志、标线、标志，哦，这个业务来讲，是不是要过咱警察局这边的诶前者？没事、啊，是不是啊？好，请答。好，目前还是对。好，阿林伯杰哦，那个我是有所了解哈、哦，那个在去年两个台风，我们损坏的情形跟今年每季台风损坏情形，在做一个比较上的那个的比较哈、哦。啊，目前我们迄个交通的这个号志吼，这个损坏情形吼，有淡薄的这个改善咯，就是对材料规格的改善吼。安尼对今年的这个风台跟去年的这比较安尼，在成效上方面吼，恁认为有改善啊不？啊，局长，请谈，还是请？报告一说哈。去年真的是拖了蛮久，大概超过一个月以上才恢复了。今年十天以内，我们就全部把它修复了。哎，避雷箱啊，那安超差偌济？避雷箱损害的程度也减轻的，应该最少也大概减少到三分之二。三分之二。对。但是今年风是不遐尼大。是。今年风不遐大，是靠瞬间哦，瞬间几分钟啊尔哦。我即马安尼讲啦吼，迄、那个这每年啊，你先做啊。每年啊，这个灾害吼，其实讲起来，予咱啊，官府啊，对这个耗资的这个所花费的经费啊，实在讲起来非常的庞大吼。所以讲，我们要不断对这个啊材料规格上做一个改善吼。啊，当然，我啊常常讲去外国安去共参观去共看吼。啊，因为其实讲起来，我们现在的那个耗资啊，那个银行面实在是太大了，吼、哦，银行面很大。你甲看迄个公路局吼，公路局迄个有关的指示标志啊，它那个银行面也非常大。所以讲，伊个虽然是结构做甲真硬嘞，但是伊嘛是赶快去找下去吼。所以咱宜兰的风，宜兰的这个风台的这个威力啊，其实讲起来在全省来讲哦，就是台东、花莲跟宜兰这个银行面，而且风也算上大吼。我们的设计标准绝对不能跟中南部、西部那边来作为这个同款的迄个规格来设计吼。那你等下有较用的这个材质。啊，另外就是讲，如果很大的路口，当然那个标志要非常的清楚。那是路口像砖卡路，即摆咱弄个足济啊，树干嘛足济啊。那是农路的路口，
迄根本就是拢六米路什么款，应该唔好做就咱目前追踪完一路线的追踪耗资哦。我想安尼吼，对于咱这个灾害，以这个损害程度吼，无法度他做改善。你讲农路的部分，那你先做比较小型的那种红绿灯就好了，是不是？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呀、啊。你增加海比率嘛，真悬啊！局长，简单、哦。好，依照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容许我们带回去研究啊？你们要研究一下啦，是小路口哦，小路口，莫做迄落下落线的，迄款的，眼看增加的拢无先锋哦，直接出就掉啊！不管东西、东方、东南方、南方，拢赶快拢装会掉。哦，都市还佫会较先锋嘛，啊！你增加你赶快创迄个规矩来讲哦。我像即届梅子台风，我甲看东山诶这边，迄款诶小路口诶损害程度，无比去年较少。哦，这个你们应该要去着手去改善研究。啊，至于说业务上的繁重哦，你们要跟县政府交通科这边哦，把一些钱走交给他们做了。啊，安尼无恁做袂起嘛？哦，这是甲你建议啦吼、哦。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所望相助吼、哦，现在每一队差不多弄巡逻车吼、哦。当然，那巡逻车咱有甲规定讲，不能跟我们的警察的巡逻车一样的那种颜色吼，咱有甲规定吼、哦。但是我即马知影讲，当时宜兰县开始对所望相助的这巡逻车开始补助的时阵哦，年代最久的应该有15年啊。五十五年啊！吼，我即马唔知讲这个太旧换新，到底他要几年才有资格可以太旧换新？这个是哪一科在办理的？好，那就请你答复啊。好，请答复。谢谢一周给我说明的机会哈。那依照我们这个巡守队的一个装备的一个那个明细表哈，我们大概车辆的部分是10年，归你。十年，哎，十年了、哦，十年是、啊、那15年，他已经达到那种太旧换新的那种资格了啦。是是是，讲，起码有一个问题了哈、哦，这个你们要跟应该要跟那个县政府稍微沟通一下哈、哦。一起码每年的时候，我们在基建补助啊，你请坐。基建补助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年度，伊都是一档补助30万呀，但是直接车买起来，最便宜的中信级。那个统一采购最便宜应该也在50几万，所以他已经超过那一种对社区补助那个金额的上限了。像就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啊？这个应该由警察局这边直接就好了嘛。对啊，那是你讲的啊。啊，我都安尼办啊，局长啊，你叫到我。好，来，要统一来处理啦。对啊。因为他这个资本本的部分，应该在他的规定里面是有例外规定的。他不受限30万的，不，单一没有这个在警察局就不列入这类代志啊啦，有啦，我都办过啊，没办过啊、哦，没啦，是不是啊？既然刚我们会长他们那边就办过了，龙德社区都办过啊啦，哦，那就我们就往新，都新那个那个旧例古例的话啦，有啦，是不是这样？应该可以的。因为我是拢还没申请啦，还没遇到这个问题啦。嗯，哦，那第三点哈、哦，我即马就是讲啊，即卖唔是局长啦，我们请教那个交通科长哈、哦，交通队长哈、哦，你认为那个车祸要移送还是函送哈、哦？啊，车祸的原因如果在函送跟移送。那个案由啊，如果是公共危险，有几项，用公共危险来移送或函送，拢总有几项会当来函送。队长在吗？都 OK。不好意思，那如果是现行犯的部分，就是一律要采取移送。那如果是事故事后检验，不是啦，我说那个项目啦，当然现行犯当然是移送。我即下唔是跟你们讲移送、函送的问题，我是跟你们讲用公共危险罪去函送、移送有几项公共危险罪。不好意思，他有这个酒后驾车的这个行为，
对，还有危险驾车的这个部分，危险驾驶嘛，飙车，飙车的这个部分，哎，飙车呢，是，都这几项俩，是，好，我即马在讲这个问题吼，就是说，咱的车祸啊，都是自用车跟那个电动车、电动四轮车哈、哦，发生车祸，啊，其实那个车祸的那种责任呐、啊，自用车应该是次因呐、啊。电动车是主因，是你修行啊，突然造出来。为什么最近在我们罗东分局在办这个案件的时候，用公共危险罪下办，就我感觉到很纳闷，是我们的教育不够，还是法律的知识不足？为什么会这样？不好意思，这个部分可能要看个案，他是不是？现在龙文江副总对我已经甲讲过啊，吼，伊来去查证一下。他说认为，因为伊弄着了后，他有下车来看，认为他没问题，然后继续去做他的工作，然后两点钟又回到现场，才讲伊伫大院过去病院甲看，哦，过去病院甲看，哦，啊，结果去做笔录时，就是用公共危险罪甲函送。你认为这样对吗？这个要看个案是不是有肇事逃逸的这个问题。应该用肇事逃逸，为什么用公共危险？它是整个是包含在刑法的公共危险罪上。好啦，好多东西搞不定啊！你都问过啊，你知啊嘛？你讲的嘛？好，问局长请到。好，谢议座哈，他这个因为当时。因为我们是同仁啊，是依照哈、哦、他这个依照被害人的笔录来陈述来做的，因为当时被害人是陈述说，虽然他说留资料，但是他说没有，他所以说一直坚持在这个地方没有，所以我们同仁也确实也很难认定是不是有造逃，只能说一到现场。好了，就把你我们用造逃。你弄老警察了哈、哦，是，你弄老警察了。你只能讲这件用公共危险罪加以上，然后加犯上，安尼是对还是对还多啊？你认为是对还是错？我们有调笔录出来分析啦。那因为我是依照这当时的，他公共危险罪，他一定的他的要件呐、啊。对，他饮酒驾驶当然公共危险罪嘛，哦，飙车这嘛公共危险呐、啊，不顾人民生命嘛，还是讲。那个危险驾驶哦，手刑什么坏，可以当公共危险罪啊。因为造逃是规范在刑法185条之三的一个之三或者之四。不啦，今嘛呢啦，我们现在不是在争议法律的问题啦。我起码是讲吼，在基层民警，当然他的素质不一嘛。哦，要有当时啊，应该恁警察局，恁对一些基层民警，恁嘛平时拢有，你们都请坐啦。哦，平时哦，拢有迄个法律教育啦，吼、哦，还是讲勤务教育什么，你拢有嘛？像这种问题哦，我就是讲，这是造成民众的困扰啦。哦，这爱注意一下。我这么过来探讨的是讲，这个电动四轮车啊，一般都是残障人士在用的，还是非常老的，年纪真济老人在用的。啊，拢啊在快车道啦，啊是迄个慢车道安尼吼。横冲直撞哦，你认为这个要怎么来管理呀、啊？一个免驾照嘞，满面电装无嘞，弄面嘞，这边哪来管理啦？啊，那弄掉的时阵，我就像这件，弄掉的时阵讲公共危险罪。好啦，好你去看。针对刚的议题啦。那个科长，我再救教你哈、哦。那个像刚才游湘德议员所讲的，就是四轮的电动车跟两轮的电动车，哦，再来交通处罚规定里面哈、哦，有一条就是有关电动机车酒驾处罚之法条的规定哈、哦，在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哈，民国104年5月20号第73条，就是以慢车道驾驶人啊，它总共有7条哈。啊，本席要跟你所讲的就是说，在第7条的酒精浓度超过规定的标准，
慢车道驾驶人拒绝接受前七项的第七款的测试之检定者，处以新台币1200元的罚款。我要讲的这个问题是讲，有很多宜兰县内很多的机动脚踏车也好，电动脚踏车也好，就属于是这个慢车道的使用。可是我们派出所的严谨警察的同仁，他们在执行酒测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问题。为咱的当然就是要叫伊分，分落了后，酒测值超过标准以后，就移送地检署。我要讲的就讲，整个的这条法令，在没有立法修宪的时候，我们的执行人员你袂当用执行过当这个方式，一定要求人爱分，免你搞罚单。我骑电动车，我千二块，我咧开啊。有的民众他不知道，可是我们的同仁就强制要执行酒测这个动作。所以造成很多的民众的反应。再者，就刚才有人所讲的电动车的四轮电动车的部分，在立法没有立法之前，你们不能做这个动作。因为法律一台电动车甲一两万块、两三万块，法律要四五万，这整个跟你们交通处罚的这个条例完全都不符合啊。啊！你们为什么又这样去执法？好，你请你回答。好，请答复。谢谢议座。那有关这个慢车的部分，一样跟这个一般的车辆一样，它是有也是有拒测的规定，它可以有适用不同的法律效果。那这个部分就是行为人他自己在面临我们同仁要执法做酒测的时候，他有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说拒测。哦，就是说，像刚刚议座您所提到的，就是1200块的这个罚款。对啊，他拒测就是我就是要你开红单嘛。那像我们就是1200，红单就是1200嘛。是，就是这样啊。可是有的民众他不知道啊。我现在我所讲的这个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哦，是不是我们这边应该要请示据本席所了解的？现在立法院已经在针对电动车的部分已经在立法了，哦，是不是讲这个部分伊还未立法过的时候，我们不能要求我们的民众，你一定要分，哦，你骑机车就无讲啊，哦，你时速超过哦50、80匹就无得，你当然你违规嘛，你酒驾驾车嘛，哦，你饮酒你有开车嘛，哦，有骑机车有，你当然。就是要受我们酒测这个部分嘛，可是电动车伊当无啊，我买西边补啦，我千几块我哩开嘛。可是我们的执法的严谨没有啊，一定强制叫他你也搞补啦，结果补来他也是一样移送。哦，本席所要讲的就是还没有立法，这里后头还有疏忽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在第一线的执法的严谨，你们不可以这样啊。哦，我是借由这次的大会，我把这个事情你们再作为参考了。应该哦，要麻烦詹局长哦，罗友罗，单单修法，咱有真正法律的时候，我们再来执法嘛。可是这都是整个的执法者他的漏洞嘛。啊，你袂使大家百姓就是讲，啊，恁警察都是安尼啊，已经很多件了啦。好，哦，我是借这个把这个问题把它凸显出来，是不是相关的法令？要在请示爱立法以后，我们再来执行这个层面，这个法令的问题。哦，啊，再者就是四轮，刚才尤祥德议员所讲的四轮的这个路车，拢是一挂四大人引起来。哎，你们有相关的约定吗？如果肇事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们警察单位是交通单位，你们要如何去处理这个事情？啊，请你回答。好，请答复。不好意思，那有关这个电动代步车的部分，哦，基本上它也不属于慢车，也不是属于这个机动车辆的部分，它是属于这个一个医疗代步的一个器材。那它所适用应该适用就是相关
有关行人应该遵守的这个交通规则的这个部分，所以他也是要来遵守他的有关他适用的规定，跟我们机动车辆还有我们的这个慢车是不一样的。那这个电动车的部分，刚刚一座您提到这个部分，应该是我们同仁执行技巧的部分，就是说应该要适时的跟民众说明，对啊，相关的法律规定，那民众他可以选择说有不同的法律效果，他的不同的一个回应的方式有不同的法律效果，这样。啊，你所讲的就是讲我骑电动车，如果我有啉一罐啤酒，哦，我被拦截了，我都免本这个动作啊。我有啉酒，我也承认我有喝酒啊。可是你要叫我本的时候，我也使免本啊。我是比我千几块，我你开开也得啊，是不是啊？我民众的权利啊。在依法行政的状况之下，目前我们就是按照相关的。无啦，你袂使搞想，我跟你执行，你也搞讲。对，我是不错，就是这个情形嘛。因为你还没有立法过啊。哦，你也讲立法过慢车这个，就是电动脚踏车这個，哦，有酒驾的时候，哎、欸，就是视同我们机车的这个刑法条例，咱来执行啊，这样才对啊。好，阿丽，你查清楚了好无？查清楚来，甲阮这议员同仁哦，甲答复一下。即摆主席还佫真模糊啊。好，感谢陈安忠议员。继续，我们邀请杨顺木议员。杨顺木议员不在，我们继续邀请黄定和议员。好，副议长，局长，警察局所有的长官。议会所有的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哈。宜兰市过去七个派出所，今嘛修编为五个派出所。两个派出所呢，无的时阵，遐人力全部多出来。伫修编的时阵，所有的警察长官来甲阮讲，讲安尼人力会增加，分配到每一个的派出所。那结果呢？每一年都说人力不足。更荒腔走板的是什么？1985年到位，民众靠近宜兰区某一个派出所，说这边有失智老人在这边，请你们来帮忙。靠两拜，31分钟才到位。问出来的结果，人力不足。为什么会人力不足？你明明有7个派出所，减到5个派出所，人力有增加，那表示什么？表示你们分局长啊，曹分局长，不是调度问题而已啊，还有加强管理的问题啊。我请问局长，今年报几百拢从宜兰关几个人，分配到宜兰市的有几个人？好，局长请答复。我们今年进了加几个人？给他们19个人。好，宜兰市19个，好，请坐。19个啦，迄两所加起来吼，嘛还佫加偌济，加10外个啦。安尼我要30几个啊咧，啊，竟然还出现这样的状况。你们可以受到报案的时候，你们口口声声跟我们说机动警网很快，马上17分钟就到了。你国派出所无用偌紧，你打给机动警网嘛，请他们来协助处理嘛。为什么没有做到？失智老人低压拍拍照，啊，万一发生代志，那谁要处理？好，洪局长说明一下。好，请答复。不好意思，这个案件因为拍摄我不晓得有这么一个 case 哦。那我会去，确实，如果确实真的是在30几分钟到达，确实不该啊。我们这个勤务中心的调度方面可能要去做改进。延平派出所，106年9月，酒驾都很多，执法我们都同意。请问局长，《警察行使条例》第1章第3条怎么写的？你知道吗？警察行使之前啊，不得越狱他所达到执行的目的之必要啊，然后对于人民侵害到最小的为目的啊，是不是啊呢？对，对吧？哈，这种确定的嘛，哈，对不？
然后警察执行权力不得引诱教唆人民犯罪嘛。抓酒驾抓到这个程度的百姓入去到家的啊，没有搜索票，两个警察一个在那边厕所前面在等，两个人入去人家家的后再引诱出来再来测酒驾，这样对不对？有没有违反警察职权行使法第三条？有没有？这个就是执法的情理情理法的问题了，就是这个没有跟你情理法的问题。是哦，处回来地是私人领域，哪里跟你情理法？他追到家里去，里面呢、啊？然后人家上厕所，在厕所旁边盯着啊，门不能关啊。我讲得很清楚啦，警察行使之前不得以引诱、教唆人民犯罪或其他违法之手段嘛，都讲得很清楚啦。我想你们当警察，这个警察执行条例二十几条，你们都要背得很清楚啊。你的职权在哪里啊？是不是为了越级？也不能够用这样的手段啊！提供经理，你也变心了，不够厉害。那这怎么处理？这个整个过程，就如果如同一桌这样讲的话，是不应该的啊，不必要做到这种程度了啊。如果在路上，我们及时发现案件在宜兰。分局侦查队那边有案了、啊，你调查之后，然后书面，好，书面给我。好，105年，另类暴力犯罪发生28件，那破获案29件，多一件，请说明一下。好，警刀。包医生，这个。所谓的超过100的都有可能就是破到104年的案件了，积案28件，发生28件，你们破获29件，差一件，您这件都来了，我问这啦，这案件就是在你们的书面报告给我们的这么写了，对，重大刑案这是比较重大的，一般我们重大刑案破案率大概都100%，不是啦，不管你重大刑案不重，你现在讲针对你们写给我们的工作报告里面写得很清楚啦，105年本级犯。暴力犯罪发生28件了、啊，破获29件了、啊，加一件了、啊，这件的都来了。对啊，就是暴力案件了、啊，暴力案件它是比较重大的，所以它这个可能破到去年的案件了、啊。加进去的。对，去年的破获还是算的，算今年的。你们写105年本期嘞，去年是104年嘞，哎，啊104年搞惯例来对了。不是、啊，那是破获了，啊发生那是今年发生的。好。以后你们工作报告后面刮胡一下，把它注记一件事什么发生的，好，好不好？好，这样子会更清楚、更明白，让我们议员也了解到你们的用心还有你们的努力。好，哦、当然破获暴力事件破比较多，我们都为你们喝彩。哦、那县长也会发给你们重大的奖金的、哦、好，那毒品方面呢，是政府当前的首要工作了哈、哦。啊，都我拢拜听过啦，罗东分局吼。179件啦，抓181个人啦。我伫遮是要甲恁做一个比对啦。你们的封城扫荡专案，一年分4摆，伫105年的2月一摆，4月一摆，6月一摆，8月一摆。你甲看吼、哦，2月2号93件，4月7号125件，6月17号92件，8月22号82件，一天的件数。都这么多啊！啊，咱法院的、恁法院的资料，每一个分局，那是一年的业绩，还是一天的业绩？说明一下。好，请答复。好，那我先针对这个事情先做报告，做详细的。是一年的业绩，还是一天呐、啊？各分局的是吧？对，各分局。各分局的应该是一年的，一年的业绩就是1到9，还有局本数直属队伍38件，一年的是不是？4到9月是半年的、啊，各分局是半年的、啊，4到9月份。4到9月半年。半年对，啊，封城这个是4次。
我知道，事实我都跟你讲过了嘛，连日期都跟你讲了嘛。对，我今日要跟你们讲，各分局啦，四拜对，最一年对不对？半年。哎，半年以后你们资料写好好不好？他就挂号半年，好不好？哎，你们如果没有写半年，表示你们这个办事比对起来哈、哦，有再加检讨的一个必要了。一天的案件这么多，一年的案件才安尼尔，比对出来就知道有没有努力啊。对不对？那半年就写半年，后面挂号半年，不要写105年，啊。校园安全如何维护？这些什么人都是单位，校园安全。好，你的校园安全，孩童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了，爱给保护了。你们用什么样的保护方式？哎，来。直接回答好不好？好，感谢会长，感谢黄议员的指导哈。那有关于校园安全维护啊，我们现在目前的直接做法就是，除了加强校园的安全巡逻以外啊，另外我们就是针对我们辖区内的各国中小学啊，跟高中也是一样，我们有订立一个所谓的安全维护的资源协定了 那这个协定，好，再来什么？啊，这个资源协定就从还有。啊，最主要是我们把那加强巡逻，然后以及说做一个校园安全的一个评估检测，同时就是说加强在他们有活动，比如说有校庆啊、毕业典礼然后运动会啊这些期间的派人来加强做一个维护。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些协定内容，就是包括很多，比如说学校里面的学生有问题啦，比如互相斗殴啦，或者怎么样，还是说那个是细节啦，是坐，请坐，好，那个是细节啦，你的工作报告只有写5项啦，就是刚才你讲的嘛。访问联系嘛，还有那个协定约那个合约书嘛，那另外是巡逻箱啦，你没有讲到啦，预防犯罪先导没有讲到啦，那上下课巡导有讲到啦，这拎下好关呢，你们自己就要看的啦，啊，这5项你们就要看的啦。我现在要请问你啦，啊，既然有资源啊，这个约定书，那请问一下，首长是呢？几个人要求？首长是呢？一、二、三、四、五。好，恁五个人要签过约定书无？拢办哦，无人要求，无签。那无人要求，无签的人要求，拢有签哦。好，签不签？劳动分局，拢哪里？罗龙分局来，阿伯进来，请坐。罗龙分局，你遐有几个学校、几个高中？够有签一定知影。阿前头，知无？这个详细的资料回去再了解跟一做报告，这样。因为学生是未来的主人翁了，因为他是每个协定书都记得一份一份的，所以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弄起来弄啊几叠协议书啊，是换了新首长，因就是一定要嘛，对，一定要下去签才有效嘛，对不对？你哪也可以注意到家，你们就会落实学生安全了。本席在这边就是特别注重未来的主人翁，再去跟您公建的问题了。所以啊，每一个分局啊，都要很踏实的啊去处理这个问题啦，对不？你没有签，你怎么知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你怎么不知道啊？不知道如何去协防他们？哦，这个要特别注意了。问一下宜兰区啦，宜兰区有几间学校？国中、国小？总共有26间。教育局长，请坐。有26间，那我们有跟他签订协定书的是有19间。啊？总共有26间中小学，那我们有签订协议书的是有19间。19间是。哦，啊，村内呢？村内这间因为大部分是学校主动提供，然后。寄到协定书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再来做互访。那期间剩下期间，我们会积极来跟他们协助，共同再来技术来把完成。好，两位分局长都请坐。那个报告，然后受理通报。对不起，报告啊。受理通报辍学的学生，哪一个单位在处理的？好，王一舟，这是少年队在处理。拢总有26名，先后24名，剩下2个呢，你甲放去倒去。报告一舟，现在。当初在写资料的时候是还有2位了啊，现在目前只是这样。两位帮你都去了。现在就是没有，当初是还有2位没有找到啊，现在就是一个已经找到，现在剩下一个冯乃国小还没有找到。
文乃国小他这个是跟着他报、啊啊。没有找到怎么处理？嗯，现在我们跟不是，报告一座，这个是这样，因为他本来是南澳地区嘛，那他跟他爸爸迁到罗东昌前路来住了。那因为这个学生本身脑筋有点脑麻，有点问题，那跟他爸爸沟通过很多处了，很多次啊，所以各位本席的意思说，是中辍生要100%的找到人啊。对，我们一定会朝这个目标来做，但是现在目前还差，就差这一位，对，遗憾之珠啊。是，啊，这个问题啊，这个遗珠之憾啊，这个杨同学啊，在前两个月的治安汇报里面，县长也有关心过，也有请教驻外来协助辅导，继续追踪，可以，好，谢谢。水较低哦，对，无水较低哦。嗯，目前就住在长北路83号6楼，非常不好。好，好，请坐。汽车管理哪一个单位在管理？好，汽车管理。你汽车的车10年到15年拢总几台？汽车、欸、报告一总，我们汽车哈、哦，10年到15年的有总共有53辆。好，那你全部车辆几部？我们全部警用车辆有201辆。啊，那占比例10年到15年占比例多少？比例育林的比例占26%，四分之一啦，对不对？26%了，交割了四分之一嘛哈。好，那你10年到15年以后要不要继续用？我们15年之，我们现在要不要继续用？一般是我们就会在每年我们会购买新的汽车，我们一般都偷换。一般为了安全性的考量，我们会在每年会碳换。15年以上要不要继续用？还是不用？不用，我们就不用，我们就把它绝对不用。对，我们就会把它那个汰换掉，因为我们每年买新车，在每年再汰换。这个属于严谨的安全问题。是是是，15年也不能用了，为什么？不能编列预算啦。是。也不能够编保险费，也不能够编油料费，也不能够编维修费了。是，这都有规定。全部不行了，要特别注意了。宜兰县政府其他的秘书处就换了这个毛病了。是是、对不对？是。那可见你们对同仁都非常好，是是而且遵守法令。好，谢谢一周关心。警察士气如何维护？大姐的单位办呢？督察长，哪一个单位在办警察士气？好，督察长，是不是？对。好，你怎么样去提升我们警察的一个士气？按照我们这个督察工作的守则来讲的话，主要我们督察工作就是这个激励员警工作士气，指导工作方法，然后具体一点啦，3项而已啦。对，他主要就是办一些这个文康活动，好，再来自强活动，文康跟自强一样，没有践行了、啊，平常就是办一些，还要办员工远景的这个因公慰问，因公慰问，以及机优远景那个为民服务机优的表扬，好，再来，大概原则上是这几项为主，最主要的就是召开远景座谈会啊，要了解他的心声，解决问题啊。最重要的把它漏掉了，对不 对, 对，人跟人的一个关系要去了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要不要协助，这个要去做到啊，这样才会激励警察的一个士气嘛，对不对？对、哦、每个人的心情有时候很好，有时候不好，对不对？很好做事就很顺利，那不好有时候都会拆起、哦、那我们多多去了解他的心声，鼓励一下，肯定一下，哎，安尼都条件过来啊，对不对？这方面请多加强啊。好，谢谢，谢谢一座。好，监视系统的建置，监视系统有几个太阳？目前装置的地方，哪一个单位？好，请讲一下，有几个太阳？好，简答。谢谢一座的指教哈。那跟一座做报告哈。那我们监视系统大概哈。目前我们监制的是采那个网路型哈，那一般啊民间设置的是采封闭型的，原则上是大约是这两种一个形式的一个区分。我跟你说了，警察局自己设立的一个太阳了，过去宜兰县政府补助社区设置的一个第二个太阳了，宜兰县政府补助你办公处设置的第三个太阳了，总共3个太阳了。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你给他看，您今嘛建制的第一个太阳很好，你们自己建制的维修维护都由警察局来处理。但是，这两个太阳派去啊，无人维修了。那个
镜头往下、往左、往右、往上，没有人管理啦，派去嘛，没有人管理啦，还放在大路头的，民众看到讲，拢未警察局啦，恁家这是你照啥？假的嘛伫照，歪去嘛伫照，你们要如何处理？这个一跟一做报告哈，这个去年哈、哦、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去年发现问题一年多为什么不解决？是啊，那个跟一做报告就是。好了，请坐、你没有办法解决了，局长。你在线路汇报的时候有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请县长来解决。也、不好意思，还没有。那、为什么不提？因为我还没有。这个要还要跟民政处的其他的单位一起做协防啊。是，被谁感官观感不好？看我们县政府的执行业务观感不好的时候，就要赶快在线路汇报的时候赶快提出这个问题，看县长怎么处理。县长不处理，我在县政总执行的时候，我再臭骂他一顿啊！那你们没有报上去，他都不晓得啊。应该这个。其实有，刚就像一座讲了，它有三种类型，其他类型各有它主管的，但应该他们也可以直接像市公所也可以直接跟县长反映，这都有会议啊，都有平台。哦，你的意思是讲有三个单位嘛，不一定你报啦，八个单位嘛报啦。对，因一个和尚啊，挑水喝啊；两个和尚啊，没水喝啊。都、就是这样啦，对不对？既然知道事情。那我们哦，了解啊，赶快线路汇报。好，局长请坐。感谢黄定和议员强烈的执行哈、啊。我希望警察局吼、哦，下一次啊，都备询的时候啊，每个单位大家拢一定爱。尽你家己本身的业务啊，啊去资料准备好势。你看像黄定和议员安尼啊，逐项一条一条甲你问啊，互恁遮囡仔恁受不了。当你若囡仔无做好势，对不起恁的局长。恁局长是很有心、很用心哦。我希望讲恁啊确实去遵循哈、哦，以后去改善。我们继续邀请沈德茂议员。主席嘛，副州。我必须听，咱警察局局长所有的单位的主管，我的同仁，反正会官员吼，啊，大家都应该是暗暗啦啦吼。我就警察局局长，我是感觉我伫只查位听，加起来听，我就感觉有两点问题哦。我想要过来请教一下。第一，啊，我们陈南忠议员有跟你问到吼，那个生命线的电话跟张老师的专线，还有自杀，说我什么自杀是足严重的。这个专线呢、啊，不晓得局长，你现在能不能回答这一个东西啊？这个电话，还是有问题？记起来无啦？咱们改模样应该是。对吧？自杀专线是0800，这个7889955。哎。7889955。如果我们的生命线。那生命在1995。哎。那么张老师。张老师是1980。好，请坐。有做功课就好了。有啊，局长，你如果不做功课，问题就很大。第二个，局长，你昨天讲到了一个，就是说要上高速公路，结果在侧车道下停车。我们的黄议员跟你问了、啊，说你看他停等车的人的心理感受啊。我发现了你讲的一句话，真的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啊。说等车的人满肚子大便。昨天你是这样子讲、哦、我有给你记16:25的时候，你讲的这句话、哦，我想借这个机会要跟你特别提醒一下，这个议会里面呢、啊，讲什么话，议员讲话稍微比较不好听一下还好，民意代表嘛，不要负责任，你把这个民众，外地人来到宜兰在等车，就真的是很火大了。你把它加一个这么样不雅的文字下去，我是认为是应该改善的，包括所有里面的分局长各单位，大家做个勉励。有些话我们是希望不要讲得太过头，或者不应该用的词句不要用，这个大家一起努力的。
好，这个是我感觉到了这两个案哦，我要再重新提醒一下。现在最重要的是哈，这个我们同仁都已经在讲了，毒品，这个毒品啊，在菲律宾这个杜特地这个总统一上任，在菲律宾这个整个风行鹤立。结果这一风行鹤立啊，我们听到了有一些台湾人啊，原来藏在里面啊，制枪或者毒品的，也都跑掉了，有些都跑到台湾来了，因为台湾的法律啊很薄弱，台湾的法律很薄弱。以你今年跟去年，我来跟你对照一下。你今年说有，你在前面检速毒品的事的挂无一跟挂无二，过去没有挂无二，过去的工作报告没有挂无二，就是宜兰分局没有特别去说明，那我暂时就不说了哈。现在都是用第一挂无一去对照去年的一个，你看哦，今年636人，去年504人，今年就增加人数增加300人呢，就搞几百人的呀，毒品几百人的呀，表示宜兰这段时间这个毒品在宜兰有一点点像天堂一样，就20%的成长，太恐怖了呢，一季而已哦，半年而已哦。半年都成长20%的人口是在搞毒品的，那你再看一看，那个一级毒品的，虽然你说去年比较少，去年跟上一期跟这一期有差一点，可是啊，二级毒品你看一下子多了130几人，这比较了，去上一期是277，今年是405，三级的。去年上一个会期的时候是24人，这一次会期是49人，你看这个成长50%哎，三级换毒的人换毒哦，去上一季的话是83人，这一季是109人。那局长，这样子如果毒品在大陆啊，在大陆抓到毒品贩卖毒品呢、啊，是要枪毙呢？那个，你看我们南部有一个里长啊，到大陆去换毒药，抓到就枪毙掉哎。台湾呢？难怪啊，这个毒品猖獗，这些人猖獗，所以连学生学校都进去了，那些囡仔都受到很大的一个强害啊。这个毒品本身。用了以后还会让人家恍惚，甚至于毒品用了以后，他把每个人都当作什么，都是他类似都是他的可以抢夺的财产的对象呢。啊，你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案？我想这样子，这些毒品今年的毒这一季的毒品是有3567.87公克，总数是5000，贩卖的人是有贩卖3567.8公克，那总毒品是5195，这个都是你自己的。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局长，这个毒品你们收到了以后，你们如何控管，如何善后，如何烧毁，如何解到中央，这些毒品怎么处理？还是到你们里面的同仁有一些不孝的一两个同仁，有时候他们也会跟人家毒品来往嘛，也有哦。这个报纸上刊登哦，多数都没有，少数一两个还会有贩卖毒品，会不会从这个毒品里面偷偷的偷运出去啊？偷偷的摸出去啊？这个怎么管制？请你说明一下。好，局长，请说明。好，谢谢易座。这个毒品查获之后，如果是现行犯，当然就抓到以后就随案要移送到地检署，他们也有保管的地方，而且这个一进一出都是有登记，而且多少查获多少，笔录多少，送到那边多少，都管控得相当的清楚，不可能从中跑掉了，不可能。不，
对啊，管制了以后，全部都到地方法院检察署去。对 对。你们这里都没有保存。没有没有。都没有保存。现在移送。收身的时候，收身的时候会不会，趁机也浑水摸鱼一下，会不会有没有同仁这样子？有没有？有没有？如果没有呈现在当事人或是笔录当中的，这我不晓得。好了，你请坐了。我想哦，这些毒品进去了，明天就释放出来了。有很嚣张啊！警察你好啊，有个抽根烟啊，到警察局去找我们的警察好朋友，大家抽个烟啊，太恐怖了呢！阿乐阿里啊，阿里啊阿里啊，就是阿里啊，你阿里啊，无啦无代志啦，我今嘛吼，遐拢讲好啊，我怎么搁出来？我也来给感谢，也问候你，就好像在训练他们，越来越厉害。所以我现在想说，局长。你有没有曾经在县务汇报，或者说警政署的时候？现在你刚上任了、请问你有没有想说，如果现在你已经当局长，如果你可以开会的时候提个案，加速对这些犯罪、毒品犯罪的人，给他更强烈的法律的一个约束跟处分？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们警察在执法的时候，不会有那种小孩子出来的时候还嚣张的，跑到警察局去跟他们讲，拍谁啊，我他出来啊，吼，来吃一支烟的，感谢啊，安尼感觉变成哥们呢，他变跟警察那个巡那个刑事的那警察变哥们，人家有些乡亲在那边看过，哇，阿姨玩，我迄个都江还难，阿爷那一个。个警察吓你，都那称兄道弟，还个牙粉都吃。啊，这真正哦，变成说我如果没有经过警察，我还不认识之，还不认识那个黑巡佐，还不认识那个警察，他有抽烟，我还可以跟他交个朋友。嘿，趁借机会可以交个朋友，这个真的是毒品散播在每一个角落啊，出来了还可以跟警察攀交情。我希望你局长，你好好去掌握一下这一些问题，好好把我们警察的这一些开会的时候跟他们说清楚。像这一种人来到警察局啊，不要来来往往了，麻烦了，我不会骗你的。也给人家观感也不好，尤其有很多人哦，虽然有一点案件去了，看了也不好。好，我希望毒品的部分呢、你们可以加强啊，你们的同仁。要多一些辅导、有时候我会听到有你们的同仁，有一少数又在少数了，也是会跟毒品有连上线的这个案件的发生。我希望各分局、各单位啊，应该都努力一下子。好，第二个就是酒驾，酒驾里面天天安检、安检、安检、安检，我们在理解啥？五戒，在曾经几年前的时候，就热个不会很挑剔。我们现在的副议长，那个死掉的人就住在苏澳，我们副议长也帮忙了。结果我们那个同仁呢、就要理赔，现在赔要不要赔我不晓得。你看，我们来讲一个，看人面红红啊，无啉烧酒就刚热个人倒去。一个船长，人迄个囡仔走去个船长因家，警察咧惊死了，都扑落去，叫人来支援。然后最后呢，也无救啊，也无救啊！我迄个孙婿嘛，送人要甲赔。那个小孩子都安尼狂死，啊！警察咧讲吼，还说警察要临检，你并不接受临检，你就是逃亡，所以你还是违法。哦，这一次才惊死，就警察惊死，真正吓死人了。看面红红尔嘞，迄有诶做工课哦，日头晒到面红红啊，真正无啉烧酒，也是安尼发。那我们现在再来说，哦，你抓到抓到，那开车今天报纸在写哦，今天有一个报纸哦，南部管哪里哦？你看追酒驾，人家酒驾的人没有事，你追酒驾的人，马上撞到那个什么房子去进去以后，那个司机什么骨折，旁边载的那个女警员，搞得都头破血流。
请问一下，一定要追吗？他那个酒不是现行犯，他那个就过去不给你临检，你就给他照相嘛，你给他翕相就给他请一顿追，这个也丢嘛，你可以包抄去追他嘛，干嘛车子要开上来？顶个要你五个鸡啊哦，哦，有时候警察追那个车子，四五年，哗弄掉一个人，四五年。那时候林景坤当分局长的时候，我就跑到分局长看，这样在追什么？结果他不追了以后，那一个人啊，不追了以后，警察不追了以后，那个人就让他抓到了，因为一边蹲银刀，哎，看哦，警察无接啊，会拢动啊，我入警察看哦，你啊，啊都射银刀两个，啊，一个丢啊。啊，为什么要这样子追？你追当事人，这个喝酒的人也危险，我们的警察也危险。像这像南部现在发生意外的，谁来负责？局长，是死落去啦，是别人的囝俩，莫啦。所以我还是跟你们所有分局长、所有的警察这一跟你们讲，还有保安队，我都跟你们提醒，不要追。喝酒没不是原罪啊，真正原罪是那一些逃犯才是原罪，不是原罪，不要这样子追。第一个，你可以保护你自己。你有也有家庭啦、啊，你敢无无阿囝？入到迄、那个，入到迄、那个，敢会当互你，哎、欸，互你无阿囝，互你一世人拢有薪水，然后你领吗？还是领有啦？剩个四个多领抚恤金啦、啊？你要领抚恤金吗？如果生命没有了，抚恤金要干什么？你的家庭破碎了，要干什么？然后他报纸写这么大一篇，然后的、欸、县政府、中央政府来去保养，哎、欸，这个人执法干嘛？保养有什么用？死都死了，囝仔大汉啦，我爱我爱我爱。每个人都有家庭，我希望我的建议不要追，除非他是现行犯，酒测不要追。第一个保护你自己，第二个对喝酒的人也给他一个安全感，然后我们再去包抄他相片照起来，这一个车牌记起来，再去追去跟踪他。绝对可以把这个喝酒人解处理好圆满。我现在这一个建议，局长你讲看看可不可以做得到？好，请答复。好，其实一座你的建议是非常好。其实基本上不要说酒驾了，一般呢我们还是不建议同仁去追了。哦，这个真的非常危险。就像如果说。这个当事人跟警察之外，其他用路人、周遭的人都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我们都有提醒，也希望同仁不要这样做。有其他方式，刚一座讲得很好了，你可以通报拦截，或是你可以查他车号，在他家前面等都可以，很多种方式。但是不要这样追，真的会非常危险。不要强好了，局长你请坐了。你认同我的意见，是希望你可以先导你的同仁，如果有追。这一些同仁也要做一些宣导或者怎么样子来劝导他们呢、啊？对吧？少年郎血气方刚，棒棒球。我刚才讲的都是一些现在的新的年轻人想要多交一些社会的朋友，常常就刚我刚才讲的就像毒品这样，我最过了就认识他，哎，我就来认识他，我就拿个烟来抽找他，甚至请他来喝两杯酒。有了我们的警员就去参加，然后一个坑一个，一个坑一个，就变跟这一些人嘎在一起了。不行的、哦、我希望你能够做得到、哦、能够做得到。第三个就是立泽派出所旁边本来消防队在那里、哦、本来消防队在那里，现在消防队人家迁走了，那一个旧的厅舍、欸、局长那个厅舍放在那里啊，不是高里的放晒的尿里的放晒或者笨手垃圾一堆的、哦、天空那毒蛛王、请问你那一个旧的厅舍有没有跟消防局拨回来？可能你不晓得，知道的人讲就好了。有没有拨、收回来？那个是警察局的土地，收回来以后，你不要急了，我讲完了，你请坐了。哎、欸，林局长无叫你讲，你也免急。林局长无那在意也讲，因为做过副文局长过。有没有想要把它收回来？啊，做什么样子的一个运用？
因为你们现在的警察的车子还是放在你们的警察的对对这个门口那边啊，也是很凌乱。那些地方有我们自己有土地、有房子、有作风、有庇仪的东西，为什么不跟消防局看怎么样有拨用跟他拿回来？尤其你们现在那个规划，我不晓得你们那个警察局现在规划哦，不知道谁规跟你们规划种那个竹子啊，我起来我怕白。你那警察局前面都种地啊，加种地啊，加种地啊，起码别以为在拍乙卷啊，你拍乙卷是吧？这么跟梁朝伟你拍乙卷啊，以后可以被拍乙卷。警察局啊，警察局就是要让大家很方便啊，美化绿化一下。你像竹子这样的，比你厝较管起的啊。哎，这个哦，这个你生足紧的啊，竹子的成长速度很快，而且它也串根足紧的，佮种远的。啊，当面的对场地当面都破坏了了啊。好了，讲这个，先讲办公室要怎么样运用。你局长部长好了，你说。好，请答复。啊，谢谢易座指教哈。因为立泽派出所旁边的消防分队，因为立泽所已经搬迁到新的厅舍，那现在是交由罗东分局立泽派出所使用。那目前是那个罗东分局他有放那个像侦报器材，还有一些像停车的空间。那现在是那我们会请罗东分局在会后再妥善的规划。然后维护那边的环境清洁还有美观。以上报告。好了，我说局长你要去重视啊，那个地方也没有门啊，坑坑下有的卫生局长拢无坑门，拢无门，现在是因为伊较早是消防车，所以开放性的，所以我希望那一栋办公楼大楼还是讲迄个建筑物要好好的运用，跟你的立者派出所好好的运用，你们的车子不要再到路边来了，都可以进去里面，好好使用那块土地，大家可以让大家感觉那地方的景观有所改善。好了，以上谢谢。好，感谢沈德茂议员，接下来我们邀请陈宏喜议员。主席。局长吼，各位副局长吼，各位科长吼，各位大家好吼，大家辛苦啦。昨下晡到今日下晡啦，可能我结尾吧，还是阿勇你结尾？好，阿勇你结尾。迄个局长，对于昨天到现在，我听伊讲就是讲吼，大家所有的我们所有的议员啊，对这个酒驾这个问题吼，大概蛮有意见的。局长，还有昨天发生的事情哦。昨昏发生伫鼓山渡啊，咱很多的议员都有提到了吼，对，咱去追查那个酒驾的这一件事情啊，造成了咱损失啊，咱的两名民警了吼，咱马蒂亚该祝福了，赶快看会好起来吧吼。对于这个哈，刚才那个局长有答复了，那所有分局长，那郊区分局长，你认为呢？要怎么去勤俭教育？好，谢谢议员哈。关于这部分呢，我们除了会跟同仁讲哈，就是说不要去，因为哈，就像陈主刚刚有跟议员报告过的哈，这个如果说我们同仁去追车的话，很容易就造成其他用路人或者是说我们同仁本身甚至是当事人会造成一些危险。我们这部分我们会跟同仁要求如果以后发生任何的案件对方如果不停车的话，我们就赶快用无线电通报我们附近的警网来协助做拦查的动作啊，千万不要就是说私底下然后就开警民器去追车。好，谢谢。那罗东副局长，对于我们警察在查查那个酒驾的任务的时候，他们都用埋伏的去查查这个酒驾啊，你认为这样适不适当？你认为呢？好，谢谢议座哈。我想我们警察哈，这个取缔酒驾或是执行取缔的工作，应该是着制服正大光明的站在路上哦，明显的位置哦，让我们用路人知道。以上报告。要是用埋伏的。而且做黄店的议员工啊，这个人厝的去安敢丢？原则上还有很多人家在停红绿灯，你都去啊询问什么样？啊，看拢像一些做工的啥物啊，
其实你平时也无去饮酒啦。我一个朋友啊，反正他脸就红红的，像我安尼红红的，就吼骑着机车，一天去用14-15次，按什么意思？你要查查，你的车过过去斜倒转了过遐热，你这个讲啊，你有饮酒哦？第二个开讲，结果呢，他没有，他是没有喝酒，是面红红的啊，这样对不对？这种查查的方式，你认为呢？哎，谢谢议座，这个可能是。因为当时我没有在现场啦，不是我们在现场，我觉得你这样很多原局不当的去取缔很多的酒驾这个动作啦，你认为呢？如果是用取缔酒驾来这个方式的话，可能是比较不恰当一点啦。那我们就可能我在想，因为可能是有时候在做几名官腔，或是问可能有从那个依照现场的客观的事实这个判断哦，可能也有其他一个行为这样子。哎，他才把他该做个查查。没了，局长，我来讲啦。那我们所有的五个分局长，局长你也知道了哈。对我们整个，你请坐哈。对于我们查查酒驾哈，我起码酒驾是全民公敌啦。我干嘛爱去抓，无唔对啦。可是你要查查的动作哈，唔是去埋伏啊、撒谎啊。真的，我碰到很多就人拍电话啊，我当酒驾变什么？我说你应该，你用抓应该。你饮酒，你得照着规矩走，还是怎么样？因为出来行啊靠啊，你去人到行啊靠边边这咪啊，你啊就碰到，那真的很倒霉了。伊都是违规左转、违规右转，或是没有戴安全帽，或是他违规啊，是利用伊我对外啊无用俩用动的啦。可是我觉得很多查查，在那个小吃店门口，很多的远景我看了这样啦，包括我不知道，我罗东一定有这个交那个挡刷。在小吃店的门口，在外面巷口等着他们，快没出来，差不多啊，就有无线内的通知。用这种查查方式，局长，你认为安尼干好呢？好，局长，请答复。我是觉得不必要了，不必要这样做。对了，好了，请坐了。你们查查酒驾有没有压力？有没有压力？局长，有压力的请举手。拢无嘛，啊！时任环境，我捌听安尼讲啦吼，有的远景是这样，真的很不应该啦。我相信拢今后伊环境拢有啦，啊！可是这种远景很不应该啦。伊讲吼，我上班两个小时哦，我来出来第一路边摊，我来吹一下酒驾，我这样我一天就过啊，我这一节就过几万就好啊，这是真不应该呢。佮他讲这款话，好，我是讲吼，对一个取缔酒驾的这个方式吼，我希望讲吼。在很不适当的卖哦，下一次在大会的时候，大家去讲这代志。我干嘛先？我们远景再教育一下啦，查查酒二类酒驾这方面的哈。过来，我局长，我请教你哈。咱那个食药啊时阵哦，他会怎么样？我唔知啊。我们查到那个毒品的时候，他现场的状况是怎么样？毒品啊。大队长，你看过没有？啊，大队长，他的状况是怎么样？精神恍惚或是怎么样？他会做那个，查到毒品人口的时候，看他药瘾有没有发作。那他如果药瘾有发作的话，那看他是吸食毒品的量、时间还有状况。那比较严重的话，他甚至会大小便失禁都会。不是啦，要是说毒品的话，他在吸食毒品的时候，他酒跟会不会跟酒驾一样？哎呀，会不会很集中的集中力、开车的集中力，有啊？所以会有毒，所以我们除了查缉酒驾，另外有查缉毒驾，就是吸食毒品在驾车的话，这个查缉到的话，它这是叫毒吸食毒品驾车毒驾。那毒驾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呢？我们就依法办理，还是把它移送？移送而已。啊，叫个第二天出来，讲前二的沈德茂议员，第二天跟第加了那个。原警们判交情，有没有这种情形？第二天就出来了。报告议座，这个部分的话，可能我们再了解一下，是不是有这样不恰当的行为？好，你请坐，不是恰当的行为。我今天没跟你讲吼，酒驾跟毒驾啦，是不是？我跟你讲，我那些吸食毒品的人啦，应该要是说可以像我们酒驾的时候罚法的话，我相信讲吼，我们的毒品人口会减少一些。A.R.B. 局长，其实今年的下半年现在也增加很多，就是今年已经在强力取缔了，而且哦，
我说酒驾了，不那个毒品的、啊，毒品的、啊，取缔毒品的、啊，哦，那奖励哦，我们都已经加倍了，哦，就是说原来取缔酒驾已经减少，已经删掉一半了，本来是两次加奖改一次了，就移送那个就是公委送的了哈，就已经砍一半了，啊，如果纯粹违规的是以前一件就一直加奖，现在是两件一直加奖，已经减半。然后毒品的部分，你一二级毒品，你只要是吸食的，我们以前是两比如说加奖一次，现在变两次了，加倍啊。如果说像贩卖的比较大的哦，整个总奖度都加50%啊，所以这个也有激励作用了，是。是啦，我来讲啦，局长，我今嘛是讲哦，毒品毒驾的话，我今嘛是用希望说，毒品的酒驾的话，可以比照酒驾办理的，毒驾跟酒驾比照办理，可行吗？中央没有立法，那是不是这样呢？可以造成那个毒品的吸食人哦，伊唔敢去开，做人伊车祸的时阵，咩做？有够衰呢！叫食药啊，人弄得佫较衰嘞，正经比酒驾弄得佫较衰嘞。局长，你觉不觉得？毒驾本来就是一样，但是公共危险啊，一样送啊。不是啦，公共危险，我起码跟懂得看，所以这啦，毒驾要比照酒驾的处理方式啦，要查罚法啦，有没有？毒驾有罚那么高吗？他就刑案啦，这一刑案他去大概又交保了，不是啦，刑案的部分，你毒驾的时候，你都罚钱，我来讲嘛是还去罚钱啦。对了。你起码你其中你查想要去验尿就马上就回去了嘛，是不是？验尿要是说他有那个。又是驾车，又是有酒测那个毒驾那个验出毒品的话，应该就是比照酒驾办理啦，要罚法啦。我想可以建议中央这样可以吗？好，好，行不行嘞？好，我来讲哈，再来就保安哦，在我们宜兰县整个社区巡守队总共有多少队？好，请答。跟你做报告，总共有100队。总共有100队，现在只有100队，多少人？5230人左右。5230人，对于哈那个守望相助队的评鉴哦，我们每次是怎么样去评鉴的？跟一座报告，依照我们相关计划的一个规定了哈，我们总共大概有就评核的一个项目有6项哈，总共大概有32个一个小项哈，那评核的人员大概有单位有我们公所跟我们警察分局的部分哈、做一个初评，然后再由我们警察局跟社会处哈两个来做一个总评把初评跟总评的分数来平均以后作为一个最后的一个成绩一个评定。科长是对于社区巡守队了哈，我觉得层次差了蛮多的，有的巡守队当公是在真怕病，伟的巡守队啊，其实营地执勤的项目了怎么样？我相信讲吼，恁那去乡下的看，为人做了不好，是啊，他们会拿到特优等呢，所以造成很多人的不满了，很多别的队不满了。我讲，我队就好了，我北城社区巡守队了，我队地区当中了，做的资料很齐全，他们上班都是很齐全。结果呢，资料做做去，讲随便另外一个社区，你讲你凊彩就退。可能你们有人为的因素去养教狗了，我干嘛您啊去详加的去评比啦，不是看资料的比赛而已啦，对不？过来说人员呢，我干嘛不要造成了人员，有可能不？所以这次罗浪事件你知道吗？是，是不是？跟一座说明了哈，因为他这个评核的方式哈，这个我们警察局也没办法做一个操控了哈。因为在刚才跟一座报告，就出评的部分是有各公所还有分局哈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评核，那他的分数就已经占了50分了哈。那这个部分还有我们社会处的部分也有占哈，这个我们总评的一半了哈。所以要说这个要有人为因素，我在想应该是比较太，就是有人为因素啦，是，就是讲您的远景，您去评估那个远景，那个承办的远景啊，跟某个队比较好啊，三辉啊。就有这种方式啦，我感觉吼，这发生在罗东啊，那个分局长你应该也知道吧？这项代志，我讲以后不要这种情形发生啦。你要想，虽然讲在现在是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在各个分局里面啊，在分局里面的时候，我相信哦，在你请坐，各个分局哈，你承办员，
你要详加去评估怎么样，不是说跟某一队较好，就是拢杀好伊啊，这不好啦。这对整个吼，咱的巡守队吼，他们执行说，哎，其实他们大家都知道哪一队怎么样，执行的状况怎么样，其实大家都知道啦。为什么一队会摕到？你干嘛真奇怪？我希望让分局长这一方面，你们要去详加的注意。过来的是讲，在我们巡守队里面，长训费用，巡守队编长训的时候，有没有编费用给他们？有啊不？罗东伟，有没有？有没有编？巡守队的长训费用有没有编预算？有啊有。有编多少？这个部分我要去了解，有编预算，因为他依照他整个参训的人数，哎呀，原则上是。好，请坐，依然呢，有没有？有编预算，好，请坐。阿里打开你。好，八月有编预算哈，可是那预算哈，我们是跟那个保安科这边哦统一核销的。保安科到底也得长训的预算是怎么样？跟一桌报告哈，这个我们在经费的这个补助方面哈，我们啊各分局哈，他在讲习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费用，还有午餐的一个费用哈，如果啊分局他有需要，就是在分局的那个啊相关的参与的人数哈，来报给我们来做核实的一个核销。好，请坐。前几天呐、啊，几个刚进前啦。那里他们社区巡守队，咱罗东的跟东山巡守队去长训的时候啊，因在底下干胶啊，六点到六点嘛，六点到九点半的几点？结果呢，大家都压不到，讲无编便当，到底是安那？分享你知道吗？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哦，你不知道，那完了，这大代志呢。在你们认为是小事情，可是在政委社区巡守队是大事情哦。可能是因为他那个好像晚已经跨过午餐，因为我记得是在晚上的一个时段，他们来长训这样子。对啊，他们六点就跟人家集合啊，是，蛮多次的啊，都没有午餐啦、啊。你扁担搬起来，我来讲啊，人不是你计较些啦，做志工的话，无你计较些什么物啊啦，对不？哦、我希望讲，现在是要注意这一些啦，不管那民风啦、意见啦、三会啊，很多事情哦、喔，我干嘛？我们要做小动作。我来讲啦，志工无计较会，咱未使为着一事啊去干遐人的念掉的。这个对他们是，咱讲实在啊，因出钱出力，你请坐。不管意见，所有人哦、喔，协力团体哦、喔，他们出钱出力，你知道？啊，你我去遐念遐咧，我们没有差那一点点啦。局长，我希望对这一点你们要详加注意啦，下次不要再等这种事情发生了，不管是哪个单位啦。好，协警警力的时候，还有那个局长，对于这一次哈，咱那全国倒数第二，咱排名第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有去了解？所以你不来，你先来，你对这个事情你不了解，对全国治安哦倒数第二名。你有什么看法？我跟你说，点头。好，那个，不好意思哦，那个那一段时间呢、啊，我们包括这个和平公园的哦不良少年就是随意砍杀了，还有这个我们那个宜兰的加油站呢、啊，还有几件的这个有一些枪击案呢、啊，在那一段。短暂的几个月当中啊，哦，那个时候也是在做民调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项目里面呢、啊，项目里面一个很重要，就是重大刑案的发生。那重大刑案的发生，我们这边呢、啊，之前就把有一些案件，比如重伤害，或是说在过程当中有恐吓那种，都把它列为杀人未遂。杀人未遂就是重大刑案，所以那时候我们的重大刑案发生的算是件数非常多，所以就是治安非常严重，所以那一起的这个就非常低了。那这个已经有检讨了，所以我们现在重大刑案，杀人未遂是真正杀人未遂才列入了，所以应该会比起来好多了。那我们现在治安的整个都有稍微尽量来这个来努力来掌控，是。好，谢谢。那就是恁去抢功嘛，对不？以小案报大案，结果吼一挂大案，你搁去暗砍落来。
好，我希望讲吼，对这一件事情哦，咱宜兰县从来没有治安是这么差过的啦，不可能的代志啦，是那变那倒数第二。啊，咱林县长讲，啊媒体报道啊，事实就是这样。我讲啊，觉得吼，我们大家都要检讨，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像拄啊咱局长讲的，小项报大项，应该没有这样的城市。恁干嘛一破案，恁都报较大，紧报，恁愈报愈细。好，大家来检讨啦，对整个宜兰县的治安哦，我相信讲，不管毒品啦、酒驾啦各个方面哦，咱再详加的去检讨，再加油啦。那对于老旧车辆哦，局长，老旧车辆这一方面哦，我阿弟要请问局长啦。照理来说哈，以前我们县政府虽然说经费很欠缺哈，叫您去募款造那个车辆的话，我觉得这很不妥当啦。你若找我局长，我相信讲那个黄春明啊。一些文艺作家，伊若讲欠稍微，伊当募款募了，他以现在周边很多的朋友哈，伊去募款来管理的车辆，这较好啦。唔通你去募款，千万你莫去找人个厂商咧。咱警察机关是个执法机关咧，唔通去找厂商或是怎么样。我觉得上次那个林县长做这个决定哦，就大不对啦。是那厂商要自动叫管道去招募，唔才对，对嘛？这项代志你也去了解咧，唔通去阿伯去招募这项代志的时阵哦，讲诶，管长讲叫你去招募车辆，去募款，这方面我希望讲哦，对整个我们的警察局的形象哦，完全是一个大叉叉啦。好，应该是用我们民意机关或是怎么样，那去催啊，相信讲我们咱吼，我一定哦，很有能力啦，这个把握啦。来特定来检出这些材料哈，对民间单位也相信都有他很多的。好，感谢。阿伯哩。好啦，剩咧拢53分，3分拢送你啦咧。谢谢，感谢。啊？安尼无咱休困5分钟啦吼，无大家袂动咧哈，再继续，哈，休息5分钟。进来。
好，请各位就坐。好，请列席单位赶快列席报告台。局长啊，慢个讲啊，赶紧的。大家不动摇，不动摇。全世界最认真的议会哈、最认真的警察局哈、最认真的公务人员，就在我们宜兰县的。你有够好运气，我们本来这哈。好，继续，我们邀请我们最有能力的林希敏议员。主席，你别再阿闹去的。没有。对。我这个看吼，有阵时我是用手机来看吼。咱局长吼，咱所有的咱的建设局的主管吼，以及咱议员同仁，还有咱广州这个官员吼，大家阿蛮大家好吼，歹势啦吼，兄弟啊，大家拢知啦吼，战战兢兢啦，三十个议员吼，国议长、副议长、议长、副议长无登记尔，议员拢登记吼，惊当公都忘啦吼，无法度啦吼。这有在这想吼，这是咱的政府的政策啦吼，政策啦。当然，民意代表当然是这议会是爱讲话啦吼，当然爱讲话。我在这个想吼，这二十几个在讲，我一甲看吼，大家拢讲毒啦，毒啦。啊，毒是有影啦，会危害一个家庭啦。佮毒无要紧，危害一个家庭佮无要紧哦。厝边刀佮无要紧，佮好野人佮会惊。这讲起来真严重。我呢这个想吼，掠毒的吼，分局的吼，掠毒的掠较济人较好，还是掠毒掠较少的人较好？副局长啊，副局长有知啊？隔壁是啥？托车长哟，托车长，你看抓较侪人较好，还是抓较少的人较好？在工作绩效上面，当然是抓多的比较好。哦，抓多比较清楚哈、代表吼，阮做民意代表，甲你的看法无同款哦。抓较少的人表示这個分局吼，较认真去做，食毒拢唔敢去内底啊。啊，即马就较无做的人去饲毒，你知？有饲线面啊，互伊食毒食较济较来滴啊，哎咋？所以真歹讲啊。我这个想啦，总而言之啦吼，咱无法，咱宜兰县一年吼，食毒的人数人员愈济咧。我咧甲看啊，阮第二次定期大会，甲第三次定期大会，第四次定期大会，人数愈来愈济吼。我嘛看大家吼，一百空第二次定期大会掠一个嘛，即摆掠十一个啦吼。我话呢吼，掠毒也真济咧。我较想想的吼，掠毒真济，大家分局较戆个，拢去掠毒。到底掠石只的气温较济啊，掠毒的较济，哎安那算？比如讲，掠毒的气温安那算？灭毒的气温安那算？毒诶，未上济有无？头我看拢无掠，拢掠脚啦。这条有掠到头，有哦，有吼。掠上济来，那个我们的大队长哦，掠到诶上济偌济？啊，气温偌济？你搁啊报告？气温偌济？啉酒诶掠着，啉酒甲恁无关系，啉酒交通队诶吼。我跟你讲。谢谢一座关心。那有关于就是我们在查缉毒品这个部分哈、那就牵涉到奖励的部分。那如果是吸食的话，那原则上就是加奖一次，现在提升到两次。那如果是贩卖的话，它有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有不一样的哈、那原则上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抓到整个集团，就像刚刚一座有关心说，为什么、我们查缉的毒品的人数会增加？那这个增加部分，有时候我们要是同仁，要认真才有办法，认真我们才有办法说我们去上线监听，然后一次把它查缉到十几个或是七八个这个贩毒集团。那像这样子的话，手工可以记到大功。
或是两、哦、对，那他这个的话分数就比较多。那如果是相较酒驾的话，那他是这个是算是薄利多销的个概念，它比较不一样。薄利多销，嗯，因为他就是薄利多销，薄利多销的意思是安那？就他比较薄利啦，就是说薄利我讲，积分偌济，奖励偌济。他这个就是局长刚刚讲一次茶器一件，一次两次加奖变成一次加奖。那但是他在查缉的困难度跟毒品案件查缉的困难度来相较，同仁反应，这是同仁直接反应，在侦办的困难度上，还是以毒品案件这在侦办上比较困难。所以这个部分在警政署刑事局这边，他有针对贩毒集团在查缉部分提升奖励50%。那目前是这样子的部分来鼓励同仁侦办毒品案件。好，有奖励哈？有。还有有没有奖金？奖金的部分这边都是由高检署核发。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同仁在侦办毒品案件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现况，就是说因为我们奖金要报到高检署那边去，那高检署再来核发给地检署再转下来，所以时程上都可能要也有奖金就对了，要报高检署。那个酒驾呢？酒驾的部分的话可能是要请交通队啦，交通队控制啦。酒驾部分奖金要怎么算？那酒驾的话，目前这个公共危险的部分，我们是有加奖的这个奖励，奖励奖金有没有？那如果是奖金的部分，是要视我们这个工作奖励金的预算的额度，不是预算的额度，到底是警政署他有工作奖励金。那如果同仁有查获酒驾案件的话，好，这样我请问你了哈，如果不管交通违规有没有奖金？目前是没有交通，没有，现在都没有奖金，以前有嘞，现在没有。好，我这个想吼来清楚啦吼，我这个想吼，毒的部分吼，这是非常严重啦，一年比一年搁较侪啦吼。我有阵时啊这个想吼，咱警察吼如果无正常去做，我捌的食毒的家庭吼，发生真济吼，到尾时段拢真艰苦过，财产袂了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课题啦。我一直个想吼，你一年一年的攀升嘛吼。一年一年的，你今年多了636个吼，咱第二定期大会吼，差一年吼，加超了100个，食毒的部分啦，我是感觉非常严重，无抓到毒的还阁真济啦，对，无抓到毒还阁真济啦。我这个想就是啊，我听来讲吼，较早我会记，较早吼，食毒的知影上食毒吼，你拢唔敢起来抓，拢藏住啊，看伊拢甲上做伙。做线面啦，线索即单位也去，单位去，安尼啦。你有安尼做？我看你也无安尼做啦。我请教你吼，咱食毒有监听无？咱有申请监听无？行政队长有无？报告一座，针对吸食毒品这个部分要上线的话，是相对他在以这个部分的话是看。检察官他跟法院的法官申请，那原则上依照法官我们就是申请的状况来讲，如果可以上线，我们希望所有刑案都上线，因为上线对我们来讲查缉会更容易。可是这牵涉到人权各方面，所以以吸食毒品的案件要上线是比较困难。那能够上线监听的案件，通常是以贩毒集团的案件才有机会上线监听。哎，好，申请检察官上线的机会大不大？一准的大不大？给你拍到转来借也借。嗯，报告一座，这个部分的话，嗯，如果我们侦办上线的话，如果说我们在收证齐全的情况之下，那检察官，我们案件收证的齐全，然后比方说我们有收证到说这个人他卖给他在卖毒，然后卖给好几个人，我们案件都把它收证得很好，那我们检察官在跟法院核发的几率就会相对大。那如果说假设今天我只看到一个人跟一个另外一个毒贩买毒，就只有一个人的话，那他法院可能他就不会合法。哎，杜局长，是，他如果听你安讲，收集慢慢的收集，哦，那个起规定的就对了。啊，不，哎，你的意思是安尼哦？哎，不会不会，那报告。啊，不，你就安尼讲啊。报告一座，这部分来讲，我们有时候他贩卖毒品的状况，他不是说他贩卖的时候是一天贩卖。我们要等等，他不是这个样子。他我们通常那个在查缉
贩毒的状况是我们在收证的情况之下，他会有很多人同时跟他贩买毒品。那如果说只有一个两个，我们可能马上就把他查缉掉，我们不会等。因为这个部分就是怕让有意作担心，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却没有马上查缉，同仁也不希望是这样。我们原则上知道说有犯罪的事证，我们还是会尽速将他查缉到案。对的，我请教你，你的感觉在你脑海中的感觉，宜兰县这卖毒的较大的两支阿桑，你知影？你有感觉？有没有？在哪里？不好意思，其实是如果说以在宜兰来贩毒的这个部分来讲，那这个部分来讲，应该还是算是小盘的部分，中小盘而已。我跟你说啊，队长是大真济啦，中小盘对吧？你都别往上抓嘛，其实你也抓不到啦，对吧？所以讲现在犯罪哦，越来越精密啦。对，你那里也未对。不好意思，我是刚刚，我是感觉爱就会做啦。是好清楚啦，局长。我这个想哦，你其实哦，毒嘛，我感觉毒哦，你要成立一个专案，咱警察局，规则几个，一年一次的汇报。你成立一个吼，那个扫毒专案，拟定一个草案，我来要求馆长哦。像你这恁看几个人，一年安那办，两家上去遮做些报告，无袂使啦。你一年一年的攀升啊，对，较少啊。我唔知你做啥，是啦。你看有法度，当然你要做主啊，你也会使做主啊。哦，啊你无叫做主，我叫馆长啊。总结时我叫馆长啊，你的感觉呢？我想这个毒品呢，真的是目前大家，而且是所有人，大家都想关心的物件了，所以现在虽然刑大有这个速毒小组，我想，一座还有刚才几位议员都有建议的，往往也让来扩大，来成立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专案小组了，包括各分局的比较优秀查毒有经验的，更是把一个我的县总查管警察局成立了，议员为主，你看要安那一个会一届。啊，到底这些人安那来龙去脉？讲这上简单啦，我有知影上次吃毒，恁警察也唔知，对哦，好哦，好，有法度，好，还佫甲馆长报告一面，先创看卖啦，创看卖吼，好，太清楚吼。我呢，这我上爱问吼，这个吼加强基地赌博吼，假吼，主办拢无啦吼，六合彩吼，两件两个啦，去送你啊，打一分叫，甲鼓掌一下来。打一份叫，小弟啊，你叫起来讲啦，大叫唔了，小叫啦，我跟着叫哈。哎，不好意思，针对赌博的部分呢、我这边的资料跟一桌报告一下，一到九月份的部分哈，我们总共查缉的是48件99人。免你讲，这有资料、我是问打一份叫你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回去要再了解一下，说是哪一个分局？来啊，陶队长，请坐啦。我无问你，哎，那个分局打一个分局了啦吼。你唔讲哦，我即摆叫陶队长查好，我甲来认错哦。你好在，抓两个啦。拢无人敢讲，好，你好在无不过百一箭七言。打一份交你啦，看有老师了无啦吼？拢唔讲吼，象棋两件五个，全无啦吼。这队长乌白写吼，天桥牌一件七个，有人了？好来哪一个分局？好，请坐。哎，你好。来，网站签读一件两个人，网站签读吼无哦。麻将赌博。一件两个麻将一件两个是安那上的啊？在底下麻将是天桥。不好意思，他那个麻将是象棋麻将，两个人就可以赌了。好，象棋麻将哦。我是感觉啦，真正哦，局长，主办啊，拢也无哩啊，内底拢也无看啊。陶队长啊，主办该无啊啦。该无的吼，你啊看，主办也有哦。
无啦，那无你哩啊，我上关心的啊，对哦，你那无去做啊，这拢搁地下钱庄啦，地下钱庄你那拢，地下钱庄写几件？两个人一件，地下钱庄几件来我看，四件哦，较早拢二十几件，其实哦，地下钱庄真济啦，晓得嘛？你会记得，你做副局长的时阵啊，有恁开专案为了地下钱庄的部分，我去接顺的当时啊，啊恁就这里啊，迄个其实真正危害我们的社会啊，吼、哦，时间的关系啦，我阁请教一个迄个监视器的部分吼、哦，非常重要啦吼、哦，我是讲建议吼、哦，局长啊，监视器的部分哦，咱政府当然无钱啦。你想这办法咯、哦？叫所有的派出所吼、派出所吼，咱有百姓有装监视器的部分，重要的路口，像我住新隆路，你来甲要求讲，你们先生创一下一条线子吧，咱创一件，后尾摕落有啊，装卡拢会使啊。我希望讲这开的钱，咱开的钱少钱，监视器到处拢有啊。你用派出所，一个派出所你去找五位，从宜兰市几个派出所，或十，咱宜兰市三个五个派出所，一个去找十位，都五十位出来啊。重要路线啊，叫派出所警员嘛。这个是我希望讲，叫你嘛，公款无真济，你爱用动用济。咱有外包了，装一支偌济号嘛，线偌济，长度偌济，这个突破一下，人家没有做，我们来做，这真好啊，对哦。过来哦，交通队啊，我来拄啊来请坐吼，我来拄啊去讲吼，交通号柱、设置，你要设啦，百姓希望要设，发电也好，什么交通号柱设了后。你爱摕外口迄条自号要予咱猜牌，予咱猜，路难个咧。你像晋树里、甲迄条百里里，两里底啊，里长底啊拼生死。百里里里长迄条，拢创一进来，当地无啊，来，赶紧来，敢若要相拍。社会哪有一款个政府啦？我们该做的做，你要定个土，定刀个定刀啊，你要。要是不是路口，你就要牺牲嘛？政府做啊，你是来要求公所讲爱册一书爱同意书给你，你敢要做？你的感觉，你的感觉啦，起来讲讲。好，剪刀。我跟你说，这个我们有关号志的设置，会召集地方，包括民意代表，还有住户，来大家集思广益，来决定这个号志是否来。做一个设置，那它设置有它的，包括一些交通流量，还有事故。你安尼我讲你搁听不来，来清楚啦。起码就是安尼啦吼、哦。交通号柱咱红绿灯的啊，你设的是不是路口设的点？咱定好后，免经过百姓。咱政府，咱管政府，恁建设局、交通处的，感觉有适合你来做啊？你袂使搁提了同意书啦。对哦，法规定好啊，都爱百姓同意，啊，我歹同意，唔知唔知咧告，对哦，浪费资源啊，局长，这我倒收法啦，恁定好，啊，公所同意咯，免百姓同意，这收法嘛，你看咧，伊说民众同意的意思是不是，因为咱有共占人伊的地啦？公地拢公地落地啦，公地了有啥事啊？进树就安尼啦，进树你知啊？迄不几年啊，你知啊？公地是爱住户同意，知道吗？还是我说明一下。好，说明一下。不然时间的关系啊，免说明啦。您考量一下啦吼，我还过两年啦，我事啊，过来问啦，好不？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好，谢谢林世明议员。我们继续邀请主席。好，局长各位警官各位同仁，大家晚安哦。
那个当然啦，公都盟这是一回事啦，并不是这样子啊，还是有一些事情想请教一下哈。那个毒品的认定哈，因为假毒啦，一般该我就讲，哎，三人，那个某某派出所什么地方有在吸毒啊？等他说吸毒的认定啊，要抓吸毒的认定啊，很难抓、啊，到底这是在哪里啊？那么吸毒是需要工具，需要毒品啦、啊。我们到场之后要现行犯才能抓吸毒。哎，这敢属实的吗？局长，要抓一个吃毒的啦。上下伊都因老母来甲我讲，阮囝都吃毒甲抓抓去啊，结果未使去抓。事实上，伊都吸毒，你也不能去抓。哎，伊也无你吃的工具啊，又没有再吸毒啊，也没有毒品，你嘛不抓个抓。但事实上，他是有吸毒。比如暗时啊，食，早时啊，戆戆啊，啊，这晚哪去抓？局长，你说明一下。好，局长，请到。因为现在是民主时代嘛，哈，所以这真正有影。你这讲这问题，确实有这问题啦。明早伊都食，啊，但是阮去的时阵，伊也无工具，也无毒品。啊，你要甲叫伊来验，除非同意。啊，你不同意，佫袂使强行个带。啊，万一验无咧？你强行代理带到我们的地方啊？万一验嘛无，我们就违法逮捕，违法拘禁。所以就另外一个，我打断你的话，你讲完好像是很正确的哈，但酒驾你就不敢看啦。酒驾哎，这个人都利用用目测，你就讲酒驾，马上抓回来，我不跟你酒测。啊，你就看伊都吃毒的人都安尼我就行啊，吃毒的人你敢看无？我相信。我这个戆的都看有啊，恁这警察看无？啊，恁若食毒，你食毒了，目睭都无共，神情也不一样，抓回来就给验尿，哦，这就对啊，绝对抓对了，哪抓不对？所以哦，抓毒品啊，跟抓酒驾，你们已经有两套的标准了，真正有两套的标准了。我希望这是不是在到位啊法的部分哦，恁来去修正啦。无这两套标准哦，你，因老母啊，逐工都该做伙啦。哎，议员啊，你当阮囝食毒哦，拜托你家抓，家抓。甲派出所讲，无走抓。啊，伊有工具啊，无工具袂使，无毒品也袂使抓。放伊啊，同款，暗时啊去食，早时啊戆戆西安尼。所以我认为哦，酒驾跟这个不是、啊、酒醉跟酒这个毒品哦，你们怎么样子啊？我那抓吼，你现行犯。你讲我酒醉啊！你甲我走来要甲酒测，你又没有看到喝酒，你怎么可以叫酒测呢？你袂使甲我酒测啦！你也无看我的酒，你也无看我伫遐食，你袂使甲我酒测。所以这个的区别吼，恁我的毒品吼，这严重，我认为抓吼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啦。恁都像我甲恁讲安尼，也袂使去抓，无工具、无毒品，恁都袂使抓，不能当作现行犯给他抓，这是有盲点的。希望恁来。哎，怎么改进了、啊？我认为改进了、啊，吼、哦。他如果我看酒驾跟毒驾，我看是一样的、啊。我讲毒驾哦，毒驾规路伊塞车就是安尼，就无就抓袂准，他都抓袂准嘛，跟酒驾差不多嘛，对不？啊，毒驾保险有理赔，酒驾保险不理赔，所以这个整个牵涉到我们喽、哦。这不来讲，这你整个在保险内来讲哦，这样都嘛是真无合理啦，酒驾不理赔，所以这部门哦，那个主席啊，这能不能列入记录啊？可以。哦，酒驾跟毒驾应该是同样的一个犯罪行为啦，同款的犯罪行为啊，恁袂使用抓酒驾。个俩毒驾，而且你抓吸毒的，跟人家抓酒、抓喝酒，应该要同样的抓法才行啊！哦，你遐面因记录啦，你无听袂紧啦，你遐面来甲记录落。好，列入记录。啊，搁一个吼，我看营业车辆吼，尤其计程车方面吼，也是在有属于营业的车辆进入我们公共领域的停车场啊。哦，用东喜爱像咱阳明医院哦，咱古院区它是有一个车道给他进去的，
听讲新店区啊，这最近几天要收费啦，吼、哦。啊，拄仔我有接到在客人家业者讲，好像进去都要照常收费啦，哦，这个问题希望交通队你关心一下了，哦，用东西要比照啊，旧院区这样子啊，哦，看是怎么样子的收费办法哈、哦，拜托你。啊，过来，哎，美诊所什么时候要落成啊？那个陈文局长。好，请到发言啊！预计明年的四月，明年四月哈、哦，好好。还有那个，那个酒驾哈、哦，酒驾你别来，你坐酒驾那个上一回高局长啊，我嘛对这样代志有跟讨论过，他在议会上给我答询说，如果酒驾的人啊，到房子里面啦、啊，咱都袂使讲的啊。高局长也当面答应说：“哈，他当然有他的根据法令在了。他说，如果酒驾的人跑到他自己的房子里面呢，哦，他离出来，你都别再讲的啊。这一点跟那个局长你分享一下哈、哦，分享一下。啊，过来，那个红绿灯的问题了，红绿灯的装设哈，我是感觉都啊。”那个林希敏议员说，应该装我们就要装了。当然有很多地方的属性、哦、有时候他牵涉到他个人的一个利害的关系啊，所以他就觉得说、啊、你整个家的海图我个人的方便还是个人的这个怎么讲安宁的问题了、哦、我直接他红绿灯如果要死他就不爱，所以我认为土地取得应该是都是公部门的问题了，弄起人工说嘛，你产罗嘛，像那个田间的那个怎么讲？我们的农路也是属于乡公所的嘛，哦，所以讲我有建议过来装饰红绿灯的问题，你卖讲点了供应路这边的照视力的问题啦，什么问题？啊，当然，迄角的装饰红绿灯哦，绝对有地方上士绅了、哦，或者是当地老百姓的需要性，我们再去争了哈、哦，希望。局长这一点的话，拜托你跟我们配合一下哈。哎，啊，我过来讲，我拄啊讲这个学税，一个小时通过几部车辆啊？啊，大家都有争议啊。恁甲我讲2400台，敢对吗？怎么算呢？啊，局长，你当恁遮济人哩嘛，要咪算者，对不？怎么算会2400部呢？我是感觉唔对哦。对不对？哎，您在口定，我们是较少年，口定较少年了、哦。是税足严重的代志，口定、啊、你要真重视的、哎。你要看这个，我们如果重视的话，我来讲啦。我总都要给您建议哦。十个到的拢在讲这条。落去啊，机会啊啥，我相信绝对有效的啦，绝对有效。我来讲，我咧算哦，两秒钟就要一台，因为咱车距50公尺嘛，你90公里来讲，是要车距就要保持50公尺嘛，吼、哦，两秒钟就要一台，啊，一点钟久就要几台，